好，欢迎来到永庆安澜2023德云社孟鹤堂周九良相声专场演出上海站的现场。首先请欣赏相声《学民歌》，表演者陈九福、张潇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谢谢。哎啊，谢谢各位非常热情的掌声，感谢大伙儿，谢谢你们。当然如果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真热情。谢谢啊，这个非常的热情。对，来到我们上海啊，今天是我的两个师哥的相声专场。对，孟鹤堂、周九良他们二位。哎，人家两位是主演。对，是大明星。我们两个是属于助演夜场开场的演员。对，当然了，开场啊不是很好表演。怎么呢？因为观众朋友们刚走进来哦，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啊，好几千人，是心神还没有稳定下来哦，没事儿啊，我们慢慢的说。对，对了，首先呢，走上台可能大部分朋友对我们哥俩不是很熟悉，都不认识，所以需要做一个自我介绍。哦，说说名字。哎，先说我。您？我的名字叫陈九福。哦，德云社的一个小演员。哟，小学生。您谦虚，没有什么名气。客气了，不值一提。嘿啊，旁边这位我不值一提。不，这我们先等会儿。什么叫不值一提呀？你看那个倒霉模样，你怎么了？我这不替你客气客气吗？替我客，我不用你替。怎么了？你得说说我。也说。介绍一下啊。还有那个必要吗？怎么没必要啊？废话，刚才我自我介绍的时候，那个尴尬的场面你是没有瞧见吗？哪儿尴尬了？一点掌声都没有。哎呀。多么怜悯的掌声啊！怎么还怜悯了啊？就别挑理了。怎么了？说名字也得说一下。好。我怕呀，说完你更尴尬。怎么会更尴尬呢？说完你非但没有人鼓掌啊，还有人喊退票。退？怎么办？不至于的。你看，你看，这马上就起，还没说名字的就起来了。你看，不是，那也得介绍。万一说完你名字，大伙喊退票了，你死这儿。我刚上班我就死这儿。谢罪。我谢什么罪呀？扔到黄浦江里去。没听说过。要死你死这儿。凭什么我死呢？你逗哏。我。你这就不对，我逗哏我就该死。你该枪毙。说的什么？我不能死。你怎么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媳妇儿不乐意。我死了，你媳妇儿更不乐意。对，对，他说的有道理。对呀，那肯定不乐意。是，丧子之痛啊。丧子，有点讨厌了哈。中年丧子，这什么话呀？怎么了？都死了还超便宜啊？这怎么叫超便宜啊？这不是吗？闹着玩嘛。哦，开玩笑。对了，哥俩关系好啊，过得着这个才说这个。这确实是，对吧？你甭说别的，甭说我们哥俩关系好啊，就包括跟他媳妇儿，这关系都不错，都可以。咱说句实在话，就咱哥俩这交情啊，就说我跟你媳妇儿啊，真有点什么事儿，能算什么？算扯平。击毙你！我什么话，什么都想起来了。你废话什么玩意儿？你一番一番的，你没完了你！别打听，介绍名字。我还有心情介绍吗？我得说一说呀。说说，咱不过得着吗？行，这是我的搭档，姓张，叫张潇霆。我的名字，谢谢大伙儿。谢谢。可以了。谢谢，停！怎么还此起彼伏啊？怎么还拦不住了？干什么？我是逗哏啊！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啊！啊，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哟，上海的朋友们，让我看见你们的热情。我叫陈九福。哎，等会儿，等会儿，他叫张潇霆。再见。说段单口相声。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踹死你信不信？你踹我干嘛呀？干嘛呢你？说单口。废话，我还不知道你说单口。这不演出呢吗？我说呢，刚才后台啊练了半天定场诗啊。我得学习呀。你这是要造反呢你啊？这叫什么话呀？怎么着，现在名气这么大吗？不知道怎么就火了。你也是想瞎了心了你啊！火了，都是捧你来的。不是不是，捧我们师哥来的。这是实话。当然，这都是我也知道，都是互动。哦，对，闹着玩。你也明白。哎，但是我这个小心脏啊。哎呀，啊，玩笑。当然了，你能火，我也非常的开心。我、哦、谢谢您。因为哥俩是一场搭档。对。我也不挑理。哟。这还不挑理呢？不是，就进个小虫。没怼死你呢。玩笑，这个确实是我们一场合作，年头也不短了，是关系也好。嗯，台上好搭档，台下是好朋友。是啊，您看我们作为相声演员啊，大伙儿都知道什么四门基本功课。哪四门？脱鞋上炕。对，下来下来下来。哪门？他什么话这是啊？什么叫上炕啊？上哪儿？上不是上哪儿？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各门功课都得练，都得学习，都得下功夫。嗯，当然了，他每个演员呢擅长的都不一样，侧重点不一样。哎，你看有好说的，有好学的，有好唱的，都有，对吧？嗯，但是我总结啊，啊，这个好多相声演员，尤其咱们德云社的，咱们这儿好些个演员啊都喜欢唱。哦，喜欢唱的多，以唱见长，拿手。嗯嗯，咱举个例子，您说，比方说啊，嗯，我们有一个师哥，哪位？叫张云雷，辫儿哥，哇，多火，嗯，多火，当然比你那掌声还差一点。废话，你比辫儿哥还火你，不敢，别瞎说啊，这是玩笑，这是。辫儿哥人多火呀，嗯，长得也帅，是，唱的也好。太好了，不管唱歌唱小曲什么的、人有一个代表作，什么呀？探清水河，好听。人家一张嘴，嗯，桃叶那尖上尖，柳叶就遮满了天，在其位的那个明阿公，细听我来言呐、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火器儿有一个宋老三。多好，好，我就不行。你等会儿、你唱的不错啊。不是跟人家比差点意思。哦，这是实话，是不是？对，还有好唱的，还有谁呀、也是我们师哥，嗯，陶云胜，京剧神童。哎，京剧唱的好。对呀，哎，人四五岁就参加央视春晚，多火呀。哎，调门也高啊、也亮堂，也有韵味。是，网上有他那个唱的，那叫什么，哪段啊？党亮，这也好听，对吧？对，人家一张嘴，嗯，悔不该冤门来发笑，悔不该欲则把香儿烧，关公犯罪刘备也报，豪杰犯罪怎能够饶，小小灰呀鹰速去报，就是老爷放了骨胶，七星剑把通宵，一腔热血燃正跑，好汉英雄辜负了，汗马功劳一旦抛，江东桥前恩重义呀好，留下了美呀名在万古飘。多好，好，
我就不行。你不要再谦虚了，跟人家比不行哦，对吧？对，你要说唱的最好的是谁？谁呀？我们老恩师，郭矬，德刚先生。说清楚哈，郭德纲先生啊，郭老师，对，人家那调门可是真高，太高了。甭看人个头不高，是吧？你说个头干嘛呀？我就说那意思，调高啊。那确实啊，矬老婆高升啊。这是好话吗？快夸快夸，没那么夸人的。就是嗓子真好，京剧、评戏、梆子没有不会的，都能唱。代表作品，叫小帆、四郎探母。哎，一张嘴啊，一群空知道领进。本宫齐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小帆，多好好，我就不行。你有点没羞没臊了哈。什么叫没羞没臊啊？您唱的可以了。我说跟人家比咱不行。那就不比。哎，是你唱你的。对对，不比。跟人家为什么比差一点意思？因为刚才说的那几位啊，你看唱的人都是戏曲方面传统曲艺，对吧？什么京剧、评戏啊，什么的小曲小调啊，这些方面跟人家那几位都没法比哦，对吧？当然我也有我拿手的地方。您哪方面拿手？也好唱啊。但是我唱的就是不太一样。唱什么呀？歌曲。哦，流行歌曲。倒也不是流行歌曲。那什么呀？这个唱歌啊，就可以说就是研究这方面嘛。就是研究声域啊。这啊，您研究什么？声域。那咱俩拉拉手。你也声域。我结扎。你这属于计划生育。你废话，什么叫声域啊？唱歌哦，那唱歌。声域。什么？声域。你有口音。不，我谁有口音呢？声乐。对，哎，声乐有好多种唱法。都有什么呀？你像这个什么民族啊，美声啊，原生态啊，通俗啊，那么多吗？各种唱法它都不一样哦。哎，你比如说这个美声唱法，这属于什么呢？舶来品。哦，国外的。哎，咱们中国一开始没有唱美声的。人国外那叫什么意大利。意大利美声。对对对，对吧？人家意大利美声，那个歌剧什么的，一张嘴那意大利语，是说话还唱歌在打嘟噜的。什么样啊？嘟噜就那嘟那。哦，打嘟噜。就是听不懂。哎，听不懂。我也不说废话。那您给大伙唱几句意大利的传统名曲。哪段？我没 K。 喂，我没 K， 我没 K， 我没 K。行了，这意大利名段怎么了？这是吗？这个啊，什么玩意儿啊？遥遥领先。这，少刷抖音，行不行？不行什么呀？这是玩笑。这歌不是来意大利的。但是这个美声唱腔，你听怎么样？确实是那味儿，浑厚。哎，这是美声。另外还有什么呀？民族唱法。这个您好好说说。哎，这是我最喜欢。咱们中国的好些歌都是民族唱法的啊，尤其这个民歌啊，你男高音我也喜欢的非常的多。都谁呀？您比方说有这个蒋大为，艺术家，阎维文，歌唱家，都是我喜欢的男高音。哦，您的偶像。哎，尤其这个叫阎维文呐，他有一个代表作，什么呀？叫小白杨。哦，这好听，听过吧？听过呀。大伙儿都听过小白杨吗？没，没听过。啊，没听过。那就好办了。这叫什么话？不是，没听过，唱大伙儿听听。可以呀。小白杨啊。来，高音。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别看我只是一。拦不住你了，还。干嘛呀？大伙儿没听过，你跑这诈骗来了。谁诈骗呀？这是小白杨吗？你唱的不对呀。是。这是喜羊羊啊。喜羊羊啊，多白呀。白不像话啊。小白羊，小白羊好白呀。行了，
不是那么解释的。刚才您介绍了啊，男高音歌唱家，嗯，你这发音也不对呀。应该高亢有金属音，洪亮一点。对呀，我知道那个民族的那个唱腔啊，都是往前，是吗？美声手往后。哦，民族唱法往前。啊啊啊！对对对对，是这个音吗？是这个，来。嗯，哎，啊啊啊，一啊一，来了啊。嗯。喜羊羊美羊羊暖羊羊沸羊，别看我是您词儿错了知道吗？什么词儿？一颗小白羊。哦，那紧张了。紧张了。什么一颗小白羊。再来啊，再来。嗯，再给一次机会啊。一颗呀小白羊长在那个哨所旁。我想弄死你。干嘛？你调又错了。什么调？不知道。不大，你老拦着我，跟你会似的。我听得出来呀。我知道。你好好唱。这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什么呀？说明咱会的太多了。这还会的多？这一肚子里全是歌。哎呦，全是歌，全成这儿了。随便一瞪，哎，瞪错了。这好，瞪一对的来。塞回去，总瞪。真脏。正式的来一回，小白羊啊，好好来。刚才录像的全都掐掉。哎呦，重新开始。管的还挺宽。Action， 开始了。一颗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杆儿壮，守望着北疆。微风吹得绿叶沙沙响落尾，太阳照得绿叶闪银光。小白羊他长我也长，同我一起守边防，一起守边防。真不错，遥遥领先。这哈又想起来了。行吧行吧，确实好听。这怎么样？这不错。哎，民族唱法特别有研究。嗯，因为咱们刚才也说了，好些个民族歌曲嗯都属于民族唱法的。是啊，尤其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嗯，好些地方啊都有民歌。都哪儿有啊？哎，对这个民歌我太了解了。哦，您比方说咱中国的西部地区哪儿？新疆。哦，有那个新疆民歌。什么歌啊？有一首歌啊，叫掀起你的头盖来。头这歌我就喜，那叫开颅。开什么颅啊？废话，先头盖像话吗？那歌你没听过？掀起头盖来，让我尝尝。盖头。盖。掀起你的盖头来。盖头。你不懂、嗯，我是山东人。哦。爱说倒装句。这儿不能倒装哈、啊。倒装改手术了。好好好，盖头盖头盖头。那可多好听那歌。嗯，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你的眉毛细又长呢，好像那德云社的孟鹤堂。孟鹤堂。你看，哦，哎呀，这歌多好。你不亏心吗？怎么了？孟哥有眉毛吗？哎，有纹的。闻的，这假的也算是吗？你半永久，没听说。一会儿上来你问问他去。谁问他？他的搭档叫周九良。别瞎唱了哈，唱点别的。这歌好听，嗯嗯，啊、新疆民歌，嗯，但新疆民歌有好些哦。还有一个我也挺喜欢的，什么呀？叫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也是老歌了。哎，好听吗？好听。来两句啊。来两句。嗯。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喜羊羊美羊羊。别看只是一只羊，你掉羊圈里了是吗？
什么羊圈呀、啊？迷路了。怎么了？喜羊羊又出来了。有做一只喜羊羊没？没有喜羊羊的事儿、啊、哈。唱串了，唱串了、哎，唱串了、嗯。这是新疆民歌。嗯。还有，比方说蒙古民歌。嗯。也好听，是啊，蒙古那辽阔的大草原呀、啊，啊，什么长调啊、短调啊、呼麦啊，这些唱法，各种唱法都不一样、嗯。蒙古有一首歌也很老啊，什么歌？叫《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我也听过，听过，听过。来两句啊，来两句。草原，头一句什么歌？蓝蓝的，蓝蓝的天，懂吧？蓝蓝，哇，蓝蓝的天上飞老鹰。我在东北眺望北京，侧耳倾听，是你娘的声音。人骂街了，你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啊？是母亲的事儿。没，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瓦蓝蓝的天。没有瓦蓝蓝，啊、就是蓝蓝的天上。蓝蓝的天，蓝蓝的天上白。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您到底会不会？谁会？会会。你听着听着，好好来啊！正式的来了啊！嗯嗯，蓝蓝天上。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你别死这儿哈！哎，缺氧了，这没憋死你呀、啊？哎呀，我都看见星星了，我都。废话，唱到哪儿了？就一句还忘了。不是不是，有人喊缺氧了，冒金星了。行行，唱点别的吧，这个太危险了。啊，换首歌唱唱。有点生命危险啊！废话，换一首歌。嗯啊，行行行，换首歌、嗯。我想想啊，再来一首什么歌啊？什么呀？哎，来一首陕北民歌也可以，行吗？行啊，陕北民歌、嗯、我也特别喜欢哦。代表人物大伙也都很了解啊。谁呀？阿宝。对，民间歌手，对吧？嗯、阿宝，哎，系一白毛巾，对啊，老跟投降似的。这什么话这是？啊，系一白毛巾，嗯，唱那歌调特别的高，对呀、啊，极撩极撩的啊。代表作品说《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是，那一嗓子可真高啊。嗯，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可娇，红个鲜艳个鲜。您就是赛活驴啊！我用你夸我，好词儿。什么好词儿？不错，高不高？就是高，太高了。对了，阿宝那嗓子真高。嗯，前两年阿宝出了一新歌，什么歌？我的老爸老妈。这歌好，好啊，这歌好。那当然了。对呀、啊，就是唱给各位观众的。你这。你净瞎说！谁瞎说？人家那歌叫《我的老爸老妈》。对呀、啊，唱自己。我家里头的那个不是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啊。啊，那要这么说，是没有毛病。对，观众都是我的衣食父母。嗯，也就是你的爷爷奶奶。爷、啊，我辈儿下去了。你废话，你咱们的衣食父母，你别搅和，你听歌，主要听歌，来唱，来两句啊，嗯，阿宝，身在外头，心呀嘛心在家，家里头我放不下，是我的老爸老妈，我的老爸爸，哎。干什么？捧哏。不需要你。我这不需要。干什么？干什么？超便宜啊！啊没有没有。换首歌。换一个。这歌唱歌还能吃亏。我的老父亲。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好。我就我是一个大家庭啊，我。今儿你父母包场。哎呀，什么？我家5000多人，我家呀。确实是个大家庭。
哎呀，不唱这歌了，太危险，太危险。哎呦，什么玩意儿，老吃亏。那怎么着啊？你这么着，嗯，别我一人唱了。什么意思？要吃亏，咱俩一块儿来。拉我一块儿？你跟我一块儿唱一回行吗？一块儿唱，敢不敢？没您唱的好，我这嗓子不行。你也别谦虚，嗯，反正平时也都好这。说学逗唱都会吗？那也会呀、啊，也会唱点。我挑一歌，咱俩合作一回，也可以。就来一回，这个、嗯、我挑一歌啊。什么歌？民歌嘛，就来一个湖北民歌。什么歌？龙船调。龙船调行吗？不会。不，你挺机灵，你一个不会给我打发了。实话实说，确实不会。不会啊、嗯，没关系。怎么着？这歌我先给你介绍剧情。您说行吗？嗯，龙船调，这是湖北民歌嘛？湖北就是一个小两口哦，新婚燕尔、嗯，可能结婚时间不长，一两年哦，两三年。这个小媳妇呢，嗯、身怀有孕，怀孕了，哎，挺着大肚子。嗯，过年的时候呢，她得回家探亲哦，哎，给父母老家拜年去。嗯，回娘家哦，对吧？挺着大肚子，收拾行囊回娘家。湖北呢，它个水路比较多呀。南方，嗯嗯，都得坐船，都得坐船。那是，哎，他这个回娘家这个过程中哼唱的这个歌曲就叫《龙船调》。哦，这是剧情。哎，剧情。哦，哎，这个歌呢也非常简单。嗯，你要是不会呢，啊，你也不用唱。那我怎么着啊？里边就有一句词儿，你给我说出来就行。说。哎，太简单了。这句词也很简单啊。什么词儿？叫、嗯，我就来推你嘛。哦，这多简单！我就来推你妈。你这么普通话说呀？不，你这是词儿吗？这词儿你不能说的跟骂街似的，行吗？哦，还得说方言。你方言你我就那不行。那你再来一遍。我就来推你妈。我就来推你妈。这我弄死你啊！全是方言哈、啊，全是方言，别单独这两句推你妈。我就来推你妈啊！行，没问题，轻着往下，我就来推你妈，我就来推你妈啊！可以，行吗？没问题，没问题，太简单了。那咱可开始了，开始，我就来这个小媳妇啊！行啊，我稍微的打扮一下，捯饬捯饬，我化化妆 啊，可以呀、啊，行行行，化化妆，哎，我走啊。哦，区分角色了，这就哈、啊，你要偷鸡蛋去是吗？啊，这什么模样啊？干什么？这你还听不见了？哎，耳朵露出来，改一只耳了，俩都露出来。啊，行行行行行，行吧，可以。这我就开始了。行行，我拿一这个，那咱开始了。我可就是那个小媳妇了啊。行行。是新年啊，哎呦喂！我就来推你嘛！干嘛呀？我的词儿。推早了。哦，早了。你推早了，朋友。哦。我这跟家里正收拾东西呢，你推我什么？哦，冒场了。好嘞，你一个船夫，你跑家里推我去？哦，早了早了，明白了明白了。没到呢。啊，行行行，不要紧，来来，再来一回啊！来来来。还早了，正月里是新年啊，哎呦喂，没忙我去拜年啊喂，我就来推你嘛，哎，早了，早了，早了，没到呢，啊，行行行行。什么玩意儿你老急着什么急又早、哎、正月里是新年啊哎呦喂没忘我去拜年啊喂进了银儿锁银了银儿锁羊群的叫着烧着银锅呀烧着银锅我就来推你们走了干什么？那不推吗？那什么时候推呀、啊？你一会儿我问你谁推的时候你再推，我没问呢。你怎么那么麻烦呢？再来，我这个家里刚锁大门，我就推你妈妈。走，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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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玩意儿？讨厌！
没问我去拜年啊喂，进那银耳锁，进那银耳锁，羊圈的脚趾上着银哥呀，上着银哥。没问我要过后是哪一个来推我吗？哦，这儿推啊！废话，行行，再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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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再来！你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来，你累死我了，快！正月里是新年啊，哎呦喂，没我去拜年啊，喂，今天有人说养人啊，养鸡的家来说，养个小一个，没把养个好是哪一个来推我吗？是这儿推吗？是。你怎么那么暴躁呢？你推呀、啊！你问什么？不确认一下吗？你不用问啊！行，明白了，来，就这儿，就这儿，行行行，来来来来。正月里是新年啊，哎呀喂，没嘛去拜年啊喂，今天迎错迎迎错，要求的就是说迎说迎错，没嘛要过好，是哪一个来推我吗？我就来推你。干什么？你推死我！你推我半天了。不，你推我，你跟我一样吗？哪儿不一样？我怀着孕呢。去你的吧！下面请欣赏相声《鸡犬升天》，表演者孟鹤堂、周九良。感谢大伙儿啊、嗯、啊来了，我也爱你。大哥什么口味，这都是刚才两位老师唱的不错啊。对啊，一个叫陈九福，陈九福啊，一个叫张潇霆啊，张潇霆啊，这都是两个师弟啊，非常的不错，唱功也非常的了得。下去休息休息，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啊。是的，上台来呢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你咳嗽什么呀？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我叫孟鹤堂啊，没有什么名气，大家伙捧着呀。不要不要，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啊，真的不至于吗？谢谢谢谢啊。介绍完我了呢，应该介绍一下旁边这位啊，这是我的搭档啊、是刚才两位老师说的不错啊，一个是陈九福，一个叫张潇霆哈。对，是说的挺好。下去休息休息，歇会儿，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上台来呢，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啊、是的，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我叫孟鹤堂啊。没问题。哎，不用，二楼的干嘛呢？小学生，小学生、哦、您太客气了。哎，介绍完我了呢，介绍一下旁边这位啊。刚才呢两位老师说的不错啊，一个是陈九福，一个叫张潇霆是吧？行行行了，行啊，您下去休息休息啊，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上台来呢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哎，对了，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啊。孟先生，孟先生，您在这儿卡 bug 呢，哥们。是，介绍完我了，得介绍一下旁边这位。到我了、啊、老话说得好嘛。怎么说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嗯啊，人不留名不知张王李赵，雁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他叫刘春东。大家、啊、刘春东，刘老师相声说得非常的不错、哎哎、在咱们德云社来说呢、哎、也是中流砥柱、哎哎、呵呵，屈指可数的。行了行了行了，秋生，等会儿啊。那秋生了吗？谁叫春东啊？谁叫春东啊？几人不留名不知春秋。哦，姓周、啊、姓周周哦，周春生。
我又改春生春老师啊，歇会儿叫什么？周九良，周九良，哎啊，周老师，不叫刘春东啊，谢谢大家啊，这是真不用，这是真不用，谢谢。不是一压再压，我压不下去。行了，差不多得了，哎，停。行，你们玩哈，我谢谢，谢谢大家。你看人周老师火不火？哦，啊，多火呀！哎，大伙儿是不是挺火的？大伙儿捧嘛，也就搁现在呀。现在呀，我也就搁现在，你看人五人六的啊。对，什么叫人五人六？你现在打扮那一出门，呲儿啪的，嗯，啊，人模狗样的，那怎么咱俩一块儿出去的啊？这话说的。什么叫人模狗样？搁当年可不成。我是哪当年呀？当年刚到北京学相声那会儿，哦，人德云社不要他，学徒那会儿啊，嫌太丑。哦，嫌太丑是啊，你嫌丑吧，然后还胖。嗯，他那会儿多少斤？你得二百多斤吧？二百多斤，差不多啊，是差不多啊，嗯，半个孙越吧，也就。你这暴露了孙越不是三百六啊！我看三百六他是公斤，那是大胖子。嗯啊，长得又丑，人德云社一琢磨，这玩意儿干嘛呀？啊，烧锅炉也不合适啊。是吗？对不对？人家不要了啊，怕我偷吃煤去。他那会儿呢，你琢磨，嗯，也不会打扮。哦，天天穿一大背心、大裤衩，手里端一大茶缸子。嗯，岁数不大，十七八，他就这模样。哦，啊，就这模样，你举目无亲，在北京，在北京没有认识的朋友，没有认识朋友。对，头无片瓦，脚无立锥之地。呵，多惨呢！多惨呢！嗯，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枯木总有逢春时。哦，话又怎么说回来？人周老师找了一女朋友。就这模样，就这模样，找一女朋友，你瞧瞧，而且女朋友长太漂亮。嗯，我的天，太漂亮！怎么漂亮？哎，怎么说啊？您形容一下，迪丽热巴见过吗？哎，迪丽热七、迪丽热八、迪丽热九加一块儿没她女朋友漂亮。太漂亮了，好看死了！啊，这七跟九是谁呀？是吗？你甭管，就加一块没你女朋友漂亮。哦哦哦，太好看了。但是呢，说实在的，就是稍稍比她长一点啊，岁数比我大一点啊，六十三。哦，我媳妇是迪丽六十三。我说七八九加一块不如我媳妇呢。不是，就是长得很，但长得好看呢。啊，长得还好看呢。老姑娘。哦呦嚯，老姑娘没接我说偷。哦呦嚯，我的老 baby 啊。好家伙，那头一水儿，那是还头一水儿啊！好，老姑娘，嗯嗯，跟她了，好墨水吧？哈，人姑娘，人家没结过婚哦。对，那正经八百白富美哦。你别看那么大岁数漂亮，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哟嚯，长得那是又狗狗又丢丢，这是老北京话，又狗狗又丢丢，太漂亮了。嗯啊，人家白富美，人家里有钱。是啊，啊。那这不光有钱，他退休金就得多少呢？拿了三年退休金呢，已经。你呢，周老师来讲啊，周老师讲脾气还大。我对跟女朋友打架是在屋里吵架。对啊，我有什么脸呀？我该，你这模样呢？哦，你信不信？现在我就搬出你的别墅，多硬气呀！我那女朋友琢磨你行？嗯。你搬可以，是你走可以，嗯，你把我给你买的东西都给我留下，留下就留下啊。皮夹克你买的吧，嚯，给你，啪摔地上，嚯，挺沉还。毛衣你买的吧，给你。衬衫，嗯，给你。衬衫也是。背心给你。大皮靴你买的，给你。嚯，棒极。皮裤。给你秋裤，给你内裤，能不能借我穿两天？哎，从里到外全是我对象给我买的。女朋友说不行。哎呦，我这还不同意。要给就都给。我这不是拌嘴吗？给你就给你。嗯，啪，
你先等会儿，我这内裤怎么摔地上还趴皮内裤啊？我这个我这儿多捂得慌啊！我这儿你就是因为捂得慌，他那不是皮内裤，他好出汗。哦，他内裤都湿了，一吹地上啪！哎呦嚯，好家伙！在屋里赤身裸体，哎呦嚯，一生气，转头夺门而出，我走了，我就跑了。他女朋友在后边给追上了，哎，得舍不得我，把门又夺回来了。走得太着急，忘测试出去了。一个人站马路上，赤身裸体，大胖子。你琢磨多尴尬呀？有什么尴尬？大小他也是个人呢。啊，废话，对不对？啊，你这挡哪儿？哪儿那会儿胖哪儿都挺大，挡不着。后来他选择了挡脸。你琢磨马路上人多呀？好像那边跑马拉松10000多人呢。哎，跑过去的无一不驻足拍照。对了，还比不比赛了？他们周老师站着，太尴尬了。是，赶紧跑吧。啊，走吧。扭脸一跑，踩香蕉皮上了。这倒霉劲儿。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香蕉皮的正前方啊，正好有一个拉布拉多刚拉这么多的一滩屎。这拉布拉多肯定是吃完香蕉拉的吧？这脸直奔那狗屎就去了。嚯！您可记住了，他这手捂着脸呢。这人呢，在摔倒的下意识反应啊，是用这个手撑地。对呀。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犹豫，我撑啊还是不撑啊？是，就在这犹豫，哎，决定了，还是撑地吧。手刚拿开，晚了。插狗屎里了。手一撑地，我站起来了。起来了。行了。不用捂脸了。太好了。那我刚才犹豫那一下还是有作用的。一脸狗屎。多难受。是啊，让女朋友轰出来了啊，身无片布啊。你先等什么身无片布，身无分文。那叫你这会儿要钱有什么用？你往哪儿揣？我问你，你揣哪儿？我买个皮裤衩去，你管我呢？太难受了，我死去吧。这就放弃了。放弃了。这模样的我死去吧。上天桥上，站天桥上，准备往下跳。哪儿那么容易就死啊？双手张开。嚯，站了一节课，45分钟啊，脸上狗屎都馊干了。行了，等我等谁呢？我等杰克呢？我这是。你少说话。啊，对。废话，站那么长时间，你犹豫呀？ 哪儿那么容易就考虑到我死去吧？那我先回来好不好？我先把脸挡上。我还张开了，一咬牙一跺脚，死了死了吧！哎呦嚯，这就下定决心了，嚓，跳下去。跳下去是跳下去了，是没死了。怎么回事呢？这桥底下呀，过了一个拉猪的车，嚯，正好掉这猪圈里头了，嚯。这拉猪车这司机也直奔屠宰场就去了。到这屠宰场呢，司机师傅得卸车呀。一卸车一数，怎么多一只啊？这司机什么眼神？这是拉的是8只，怎么数9只呢？啊，数了半天，把厂长叫过来，俩人站着数了一节课，又45分钟过去，愣没数出来多的是哪头猪。好家伙！厂长一琢磨，得了，多一头算一头吧。下刀吧，干嘛呀？一说下刀要宰了他。哦，周九良这会儿琢磨，是我死我也不能跟猪死一块儿，多新鲜，对不对？嗯，从猪群当中脱颖而出，
就跑出去了。哦，你琢磨这俩人在这查猪呢，跑出一只猪去，嗯，那猪炸圈能不追吗？啊，追过去了。俩人在后边追，他在前面跑。嚯，跑着跑着，俩人不追了。啊，怎么不追了？就看这猪跑着跑着站起来。哎，哎，对了，还是跑马拉松去了，我这是。站在十字街头上，嗯，啊，头无片瓦，脚无立锥，身无片布。嚯，天上下点小雨儿，嗯。这雨水啊流到脸上 啊也倒好，怎么呢？洗了把脸，也不知道是泪水还是雨水，哦，流到嘴边是又苦又涩，一股拉布拉多味儿，反正仰天长叹。是，哎，嚯，喊什么呀？我二楼的。怎么着？你们家孩子站窗台尿尿呢？嘿，嚯，多惨吧。嗯，咱就说刚来北京那会儿有多惨。是，再惨没有周九良惨的了。对，那会儿找我来诉苦，说我活不了了，我不行了，我就劝他、啊、我劝他。你劝我人呐，这一辈子有高有低、嗯、有长有短。哦，你记住那句话啊，那句楚王虽雄难免乌江自刎，是汉王虽弱却有万里江山。嗯，满腹经纶白发不地，才疏学浅少年登科。嗯，有先贫而后富，有先富而后贫，蛟龙未遇浅深于鱼虾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长，水不得时风浪不止，人不得时利运不通。盖人生在世，富贵不能移，贫贱不能欺，此乃天理循环，终而复始者也。嗯，我跟您各位一样，怎么呢？都不明白里边说的是什么意思。对，那你说他干嘛呀？但是我得劝你啊。劝我？我知道什么叫否极泰来呀。哦，对不对？你看现在好了，现在好了，是你活不乱跳的多好。那、啊、你瞧瞧，对不对、嗯？人现在也火，嗯，粉丝都多少？四百万。你瞧瞧，四百万粉丝，是啊，对不对？人北京买房买车、嗯、买房车，对，就不知道住哪儿。骑北京，在北京骑那大哈雷，嗯，大哈雷大锅巴。身无片布，我骑上哈雷我还身无片布，跑二环。哦，是。您现在行了，嗯。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啊，怎么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是什么意思？你看他这模样啊，他爸爸膨胀。我爸爸膨胀。他爸爸膨胀。他怎么了？在家里边琢磨。嗯。我儿子活了。嚯。啊。嗯。周九良是我儿子。啊，对呀、啊。啊！我儿子周九良火了，你瞧瞧，周九良是我儿子。哎呀，好儿子！你行可以，你差不多了。啊，就说你爸爸开心呢，啊、是开心。我儿子火了，嗯，啊，火了怎么办？我出去怎么走道呢？对，啊，怎么我火了以后，我爸爸让人打瘸了是吗？不是打瘸了，怎么不会走道了呢？你爸爸琢磨，我儿子火了，我得走出范儿来。这有什么范儿啊？我得走出什么范儿来？什么范儿啊？我得走出那个德云社德云班主那郭德纲的徒弟七队队长孟鹤堂他搭档的父亲的范儿。就是抬头那么长，连我的名字都没有是吗？不配用名字、我得走出范儿来，对不对、嗯？那一出门穿着打扮都不一样。这有什么区别？过去那你想过去穿什么啊？身无片布。你说你爸爸也身无片布，家也不至于啊。你爸爸那我这穿着什么呀？一出门、嗯、不一样哦，穿一身貂。哦，皮草貂啊。哦，好家伙，谁敢穿这个？现在、嗯、穿一身貂。嗯，水塔的帽子。水塔。嗯，一出门这手拿一小鱼。嗯，打什么小鱼儿？拿它干嘛呀？万一水獭饿了怎么办呢？您先等会儿，这水獭的帽子活的呀，它是。哎呀，水獭在你爸爸脑袋抱着。你以为貂不是活的？一身貂，一身貂，哎，爸，一身小动物。啊，好家伙，就是有点什么，有点热。啊，都废话啊，春夏秋冬不离身。不离身，就是什么时候热了怎么办呢？
你爸爸一蹲，啪，哗啦掉一地雕，你爸爸前面走，雕在后边追你爸爸。嗯，什么时候你爸爸站住了，小雕，你这跑那么两步不更热了吗？不是，你都能攥住了，你爸、哦、他爸爸身上汗毛重、哦、啊，汗毛重都能编成辫儿，嗯，编成辫儿。拉了骨辫编一身，嗯，啊，编一身，汗毛重，嗯嗯，那小貂，当然有点骚气，有点骚气，还有味儿，有味儿啊，啊，你琢磨，他上菜市场买菜去，嗯，一进菜市场卖菜那大姐提鼻子一闻，嗯嗯，周老骚来了，对，什么名字呀这是？你再看他爸爸一进菜市场那范儿、啊，那不一样了，是啊，一进菜市场，哎，卖猪肉的，哦知道周九良吗？问人这干嘛呀？人卖猪肉正切肉呢。嗯，周九良啊，多少钱一斤？对，好，你那肉早晚烂摊上，拿不当土猪了，早晚烂摊上，嗯，卖不出去。嗯，呸，呵呵，爸爸多欠儿呗，卖菜的。嗯，大姐，嗯，知道周九良吗？先提我名字。知道吗？嗯，德云社说相声的吗？成了，怎么了？甭摆了，今儿干嘛呀？甭摆了，嗯、打包。打包拿家去，拿家家里结账，这就是包圆了。今儿你下班了，包圆拿家结账。我认识我就是来生意了。啊、嗯，我周九良他爸爸、嗯、啊，记住了。我行，甭自我介绍了。耶、yeah, ，嗯，知道周九良吗？知道啊。嗯，德云社孟鹤堂搭档啊，周九良吗？打包一半，拿家结账，提孟鹤堂不行啊。哎，对了，这一半是你爸爸包圆的。结账就这样。哎、啊，对，那个啊，知道周九良吗？啊，正给您打包呢。哎，对了，哎，大家就这份儿。啊，开车大马路上，开着车，小汽车开着开着，嗯、前面有一卡车跟那卸货。哦，啊，小卡车跟那卸货，边上站一人，嗯、他爸爸一脚刹车踩住了，窗户摇下来。啊，哎呀，这一般豪车都是摇下来。哎，嗯、哥们儿。知道周九良吗？我这还问人家，人看货呢，开着车呢，看货的人也不敢直言语，嗯，人点点头，哦，认识，成了，怎么着？别谢了啊！哎，别谢了，别往屋里搬了，往装我车上，对，装我车上，我包圆了，快点，这命令你装我车上，哎，好，快点，行了，他爸爸判八年，对，不是您等会儿，凭什么判八年呀、啊？运超车。疯了吗？这不是你是多么的膨胀的啊、哦！不光他爸爸膨胀，嗯，他也膨胀。我啊，他膨胀，在家琢磨琢磨什么呀？粉丝四百万，你瞧瞧，四百万，一人给我一块钱，货家、嗯，四百万呢？你瞧瞧，要一人给我十块钱，嗯，嗯，啊，到这儿就不会算了，合着。他们不少啊，嗯，是不少，这怎么给我呀？嗯，你这怎么能给我呢？你什么办法？对了，我死一回。你看那会儿，我是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了，我办回葬礼呀、啊，对不对？那粉丝知道信儿，你来你不得随份子吗？啊，掉烟了。你随份子，你能随一块钱吗？哦，对不对？嗯，你随十块钱也有点少吧。你动物园看猴还一百块钱呢，对，对不对？我办个葬礼，我弄一个捐款箱，哎，对不对？弄一大铜钱、嗯、大铜钱中间有那个什么吗？有那四方窟窿、嗯，可以往里投币，对，啊，往里投币，拿我葬礼真当庙会呢是吗？回家开会，嗯，家里人都到齐了，嗯，开会，各位，跟你们说好了，嗯，我有一个好主意。哦，是什么好处？我要死！他爸爸一听，站起抡圆了，给一大嘴巴，啪啪！打我！你这玩意儿干嘛呢？这是我甩出俩雕去等雕呢。您那我爸爸在家也穿这个呀？四季不离身，这还最好。我说雕，周九良，谁离不开谁呀？这是。你还有爸爸呢，你知道吗？啊，是周九良，我是你爸爸。嗯，我还在呢。那对呀。啊，嗯，你这让白发人送黑发人，
你办葬礼，我还没办呢，你就办了？嗯，要办也得我给你办。你多混蛋，这话说的，他要给办，他妈这会儿站起来，啪啪俩大嘴巴。我妈也是一身貂啊。你妈等狐狸呢。好家伙，臭缺德的啊！你就惯着他吧，你就惯着他，多丧气啊！是，多丧气。你们办吧，明儿你们就办，我回娘家了。我妈走了，他媳妇站起来，啪啪俩大嘴。抽我呀！我媳妇等谁呢？这是不是你媳妇？嘎叽窝有点刺呢，搜搜。好家伙，这一家子省香水了。我同意。嗯，他老丈母娘站起来，啪啪，复议。我好，他老丈人过来，啪啪俩大嘴巴。嗯。这小姨子过来，啪啪俩大嘴巴，这同意呀？耶，行，可以了。门口修自行车，张大爷过来，出去。张大爷来干嘛呀？张大爷一琢磨都能抽，他以为能我也能抽呢吗？抽着玩吧。这什么民族活动这是？来吧，定下来了，办吧，办葬礼啊！打电话，打电话，报丧啊！啊，对，就通知人家。嗯、他爸爸打。嗯。喂，德刚。啊，跟我师傅打电话。哎，德刚。嗯。哎，嘿嘿，你那爱徒死了啊？是。啊，哎，不是栾云平。你这跟他没关系。爱徒。对。周九良。哎，是对。死了，对，我是他爸爸。哎，对。哎，好。啊，那节哀顺变啊。哎呦，谁跟谁说节哀顺变呀、啊？哎，那个不要太伤心啊！好，明儿来啊，明儿来，好，哈哈哈！哎，好，哎，您先管，哎，您客气，孩子死了没事，您先管。给于老师打电话。哎，谦儿，哎，哈哈，那个跟说是那个、孩子死了啊。不是谁孩子，那我孩子，嗯，你干儿子，对，不是孟鹤堂，他不可能死，对，那谁，你干，哎呀，那谁小周九良死了啊，对，可不是嘛，死了，啊，刚死的，倍儿脆，嘎嘣就死了，啊啊啊，对，哎呀，你看，这是我爸爸，真是报喜不报忧啊，这玩意儿。很意外，我也很意外、嗯、啊，我也很意外，对，好，真是啊，行、啊，哎，明儿办葬礼来啊，来啊，带份子啊，哎，好嘞，主要是带份子啊，好、嗯，哎，好，祝您一路平安啊、嗯、啊，哎，挂了啊，哎，给一条龙打电话，这你还能谁、啊？一条龙啊，谁徒弟？什么谁徒弟？一条龙，哪个说相声？那红白喜事一条龙啊。哦，办白事的、哦，你得给人打电话，人这快，啊，一打电话太全了吧也，人就来了，哦，来了到门口了，爷俩站门口等人家，嗯，迎接一下，一条龙下来，一下车还挺客气、嗯，那个，啊，您家哪位去世了？他爸爸一指周九良，他，嗯，还不明显吗？一条龙看看他。看看他爸爸是，要不再上医院看看？甭管，一会儿准死。走，进屋。他爸爸一走，一条龙跟他说：“嗯，快跑！跑什么呀？你爸爸要弄死你！”他一拍胸脯、嗯：“我的主意！”你瞧瞧。一条龙琢磨这一家人什么毛病，这都是什么毛病，死一回就知道了。那请咱来了，嗯，咱得进去弄啊。对，弄齐集大棚打起来啊，花拳碗连仗着纸牌，缺一照片，照片啊，一像、啊、缺一照片怎么办？现照吧，现照拿那个大拍立得，哎，还大拍立得、嗯、来，站好了，给你拍一张遗照。嗯，拍张遗照，多么端庄！死了、嗯，死了，知道死什么样吗？啊，死能那么好看吗？死什么样？
死了呢。怎么着？我非得惨死的是吗？嗯，拍了一张，是，大照片，这么大，贴那儿了，贴好了。嗯，缺点什么的？还少。忘带蜡烛了。哦，蜡烛没拿。嗯，他爸，别，正好我66大寿的时候，那时还有蜡烛呢。啊，那把那蜡烛就是红的，没事，咱喜丧啊。喜丧，不是，对，这样的，红色的。摆那儿，摆了仨，啊，摆仨，去买只烧鸡去，买两只烧鸡，干嘛非得烧、啊、烧鸡？双鸡666吗？好家伙，都摆好了，嗯，大棺材来了，他爸爸给他订的金丝楠的大棺材，我太全乎了，太漂亮了，嗯，这一摆，指周九良，堂里试试。您周九良一琢磨，早晚有这天，堂里试试就试试。试试吧，我也是随和，往里一躺，哎、嗯，还真舒服，嗯，人还挺软和，你瞧瞧，啊，终于感受到这个头顶福字、脚踩莲花的感觉了哈，嗯，主要是客户体验感，委着委着，嗯，睡着了，哦，他爸爸一从睡着了，把盖儿给他盖上，别着凉，来真的呀，这不是来真的，得给你留条缝，哦，留条缝，别憋死，哦，对不对？有点缝，睡吧。嗯，睡到什么钟点儿？啊，后半夜3点多钟，天还没亮。华师傅来了。华师傅是谁呀？画得好，华师傅。干嘛的呀？你爸爸从八宝山请来的画得好，华师傅。哦。家里七代单传，都是给死人化妆的。哦。画的那个好，手艺那个好。嗯。甭管您死得多惨，嗯，给你画的栩栩如生。哦。华师傅进院了，来了，敲门。嗯，你爸爸，您是啊，画得好，华师傅。嗯，您节哀顺变，得好。嗯、逝者在哪儿呢？在棺材里呢。嗯，对，应该在棺材里。多心酸。来吧，您先忙，您先忙。嗯，我们这行不能见光，我得早办。嗯，华师傅来到棺材头里，棺材盖一推开呀。栩栩如生，他就是生的，你知道吗？这没有下笔的地方啊！嗨，啊，那怎么办？人给钱了，他那画呀，啊，对吧？做个头发也行，反正爸爸先洁面，对，拿那个毛巾给头湿了，哦，热毛巾敷这脸，把这脸敷软乎点儿，嗯，敷软，敷完了之后，毛巾揭开了，贴一张面膜。省得卡粉，真全呀、啊！一张面膜，贴好面膜，贴好了之后是，哎，做个按摩，嗯，做按摩，软软乎乎的，嗯，好弄，是做按摩，哎，开始打粉底，嗯，打粉底，拍粉底，拍粉底，散粉，定妆，散粉。散粉一扫啊，这是撒调料呢，这是给周九良扫醒了。哦，他是躺着痒痒，是他一醒啊，他想打个哈欠。嗯，打哈一般打哈不都这样吗？伸懒腰，棺材窄呀、啊、对，他那手往前伸，哎，这么画师傅正画着，手抬起来了，华师傅倒吸一口凉气，咕噔就坐地上。妈呀妈呀，我的祖宗哎，干了这么多年，终于碰着真的了。好家伙！啊，华师傅也不害怕，也不含糊，腰间抽出一张符来，擦，掐诀念咒，到棺材头里，拿这符啪就拍周九良脑门上了。贴我脑门上了，开始踏步刚。哦嚯！他一拍脑门，周九良在棺材里给彻底拍醒了。嗯，周九良一拿下来什么玩意儿？睁眼看谁打我？他就在这看。嗯，正好华师傅踏步刚回来，四目相对。这，嗯，
这也怎么的？这也太厉害，太厉害了，太厉尿了吧？这吓尿我了，给扎扎扎金花。Sorry， 诈尸这狮子还没喊出来呢，他爸爸在屋里听见了，坏了，出误会了，赶紧出去看看吧。一出来一看，好家伙，把华师傅推开了，请周九良，我领子拎起来，啪啪俩大嘴，这貂也当睡衣穿是吗？行了，回来了，回来了，赶紧说话吧。你死了，你知道吗？你死了，你知道吗？对对对，人家给你化妆，你好好，你动什么你？死不死？躺下，你接着画。哎，画师傅，打心眼里佩服你爸爸。那是。好家伙，这我都不好使，他是高手在民间的，这玩意儿。他是拿着好家伙啪啪抽大嘴巴，抽完大嘴巴好像还甩出两个灵物去，还能回来，不是灵物，那是俩骚物，那玩意儿怎么太厉害了，这玩意儿，那赶紧画吧，画吧，赶紧忙活吧。他爸爸进屋了，他在这儿躺忍着，是画师傅跟那儿画，你怎么的也画呀，对不对？你是给钱了，手一抖，画，越画越像照片上那个吗？好家伙，就那模样。画，赶紧画完，赶紧走，此地不宜久留。画完了，进屋找你爸爸结账去。我画完了。你看，给我结个账，我想回家。他爸爸一琢磨，一会儿还来那么多朋友呢。你这么着啊，你给我也画一个。画师傅说：“我没画着。”没画过立着的，没事，我躺下，你给我画。那行，您躺下试试吧。他这给他爸爸画，画师傅心里琢磨，反正他在这儿呢，他有灵物，对不对？我怕什么呀？周九良这会儿从棺材里出来了，他躺一宿了，是，他浑身难受，都麻了。再加上早上起来也饿了，从棺材里一出来。找他爸爸，上屋里要饭去。好家伙，爸爸，我饿。我那一个遗像应该来个动态照片，你知道吗？更显惨，你知道吗？大伙捐款捐的更多。画师傅在屋里头正给他爸爸画呢，周九良进屋了，爸爸，哟呵，你行了，可以了。画师傅一看太生动了，又昏过去了，直接昏过去了。他爸爸起来，你出去，你进来干什么？这给我化妆呢？这那是画半拉眉毛没画完，你这，你出去，出去。周九良出去了，周九良出去了，他爸爸在这抢救画师傅，这抢救画师傅，周九良出来，我干嘛呢？这不得震一地那雕啊！你少说话行不行？雕也难受在，在我爸爸身上。那我爸爸也少动会儿吧，反正。他出去了，他琢磨你们都在屋里抢救我出来我干嘛呀？我看看吧。看啥呀？人送花圈的过来了。送花圈的看人家挽联上写的是什么？是跟着看花圈。送花圈的往这摆。往这摆。看看他，看看照片。看看照片，看看他。我肃然起敬吧。后边还一个呢，快走，怎么的？头一回碰着本主起来收获的，好家伙！
俩人就跑了。嗯，他说看看挽联吗？好家伙，是都是谁写的？这什么词儿啊？啊，早登极乐。啊，怎么都是这词儿吗？你看后边，嗯，乐不思蜀，嗯，数一数二，二龙戏珠，哟，珠联璧合，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肯定是说相声送来的。成语接龙吗？这不是，他爸爸在屋里头，嗯，救化师傅呢，是，这是抢救，哇，抢救喝了杯酒，捧着化师傅这脑袋，化师傅当时醒，这会儿他要进来，怎么样了？好家伙，我是真懂事儿啊，我给化师傅吓得，好家伙。这回没晕过去啊，这回勇敢了，从地上蹭楞就蹦起来了，蹦起来干嘛？腰间抽出一张符来，不管用，掐诀念咒踏步刚啊，拿这符啪就拍他爸爸脑门上了，嗯，一指他爸爸，你打他去。下面请欣赏相声对春联，表演者张鹤帆、李思明。感谢各位掌声鼓励哈！哎哎，上海孟鹤堂周九良相声专场，没错，来了这么多朋友，啊，确实真好哈！是，刚才这个孟老师跟赵老师表演了一段相声，嗯，让他俩下去休息一下，歇会儿吧，喝口水啊，喘口屁，喘口气。您说准了，就歇一会儿嘛。都通着呢，哎，这场换我们小哥俩上台给您奉献演出了，到咱了。当然两个小演员走上舞台，我知道很多好朋友不认识我们，不熟，没有关系，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让您各位认识认识，说说。拿我先来，德云社鹤子科的一个小学生，我叫张鹤帆，啊，谢谢吧，感谢各位啊！说了是小学生了，就不值得您各位的掌声鼓励。谦虚，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允许我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我的搭档，他叫李思明。哎，是我。各位，我为什么介绍我搭档的时候，我加了隆重两个字啊？为什么？允许我稍微的解释一下啊！你看，我叫张鹤帆，对，包括今天的主角孟鹤堂，哎，周九良啊，怎么了？前面陈九福，哦哦，对不对？我们几个。很有代表性，哦，是吗？就不认识我们的观众，一听名字就知道，哦，这不是外人，这都是郭老师徒弟，对，都知道我师父收徒弟八科学生，都给字儿，就是给八个字儿，嗯，叫云鹤九霄，是天打雷劈，嚯，八个字顺着往下来，你们家报应挺大呀，怎么能叫是报应呢？怎么都劈了？我们这是帮师父挡灾，那你师父灾不小啊。您琢磨一百多个徒弟给挡灾呀，没这一百多个徒弟不得把郭老师劈冒烟了呀，所以说我师父不长个儿，哦，好，合着雷击的是吧？不是，我们就八个字嘛，云鹤九霄龙腾四海，反正就八个字，嗯，您看他叫李思明，哥，我的名字，很显然他不是郭老师徒弟，哎，是，但是我为什么介绍他的时候我加了隆重两个字，体现在哪儿呢？哎，这就得稍微介绍一下了，嗯，人家有师傅，有有有，而且人家的师傅很厉害，您说说，这就是隆重的地方哦。他师傅不是外人，谁呀？相声的皇后于谦，还皇后了，瞧瞧吧各位啊，皇后的高徒啊，高徒谈不到，那以前搁宫里边我搭档最起码是个公主，我呀，您各位琢磨琢磨，皇后的徒弟她可不是个公主吗？哦，你我搭档是个公主，那有什么的呀？好嘛，给人点歌啊，倒酒，四个六。您先等会儿。哎呀，我以为是宫殿的公主，没想到是夜店的公主。夜店里边挣钱的公主。您会夸人不会？就是于老师的高徒啊。嗯，跟大伙介绍介绍。怎么了？几岁学的相声？哎呦，那可太早了。几岁？七八岁就学相声了。您各位听听，七八岁学相声，打小喜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证明我年头长。就可不有年头了，对不对？七八岁学相声，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证明我舞台经验很丰富。对，我经常演出，对不对？七八岁学相声，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证明我会的肯定多。太捧了您。七八岁学相声，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证明我没上过学。
他的最高学历叫胎教，那是个学历呀，而且是肄业。这玩意儿怎么肄业呀？早产了。早产七个月。七个月，这是早产吗？根本就没要上啊。反正老话说猫三狗四你自己算，对不对？算他干嘛呀？我是不是学历不高啊？是学历低。您说这干嘛呀？干嘛啊？各位为什么说这个？因为我要介绍一下，因为您各位肯定不了解我，不知道，我得介绍一下。因为我是正经大学毕业以后进的德云社。回想我在大学这六年里边，您在大学还蹲班了？怎么了？大学六年，我印象之中大学不是四年吗？你不要骗我。你上没上过？上过，上过，含糊着就四年啊。你怎么六年？你怎么多人两年呀？那你猜？我猜？那你读研了？对对。对，我这句话把他救了。那也读研了嘛，对不对？真上过大学呀？真上过大学。哎呦，后台没听您提过呀？怕你羡慕我。也是，您是高材生吧？对不对？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呀？活这么大没有人问过你，对吗？你这个人是没有朋友吗？我朋友很多呀。你不会聊天啊？不差你这一个。我这会儿说我大学毕业，我说你胎教肄业。是啊。这会儿跪地上给我磕头不好吗？我听你大学毕业我就给你磕头，羡慕我呀？我去趟北大不得磕死在那儿啊？就不用北大，复旦就是你人生的终点。走不出这儿了，多讨厌，不会聊天啊，怎么问我你也不该问我哪个大学毕业的。你告诉我呀。我告诉你什么呀？大学呀。我但凡知道一个大学的名字我能不说吗？那咱就别舔着脸了。就有意思吗？当这么多朋友你戳穿我。我也没想到我成功了，讨厌了。对不起各位啊，刚才你们听错了。也不谁，刚才我发错了。哦，我撤回好不好？这玩意儿还得撤回。咱们重聊一遍行不行？啊，高中，哎，高中毕业以后进德云社。高中就说高中呗，这就没错了。您是哪个高中毕业的呀？没想到，撤回吧。这回初中对吗？初中毕业以后来到德云社。行，初中就说初中。初中在咱们德云社算高学历，没有必要羞臊，对不对？您是哪个初中？生活充满惊喜。小学。小学毕业以后来到德云社，其实学历无所谓，最重要是给大伙儿送去欢笑，对吧，朋友们？您是哪个？咱们不会是同学吧？拉个手。这么多年没有见过同学。你有病吧？我很惊喜了。你是个神经病吗？你脑子瓦塌了。哎呦，哎，这个话很少见啊。是人吧？各位听听，胎教还有同学的啊？那怎么着？我妈怀我的时候跟你妈怀你的时候街上偶遇了？你妈这么爱遛弯呢？多讨厌！这么多人，你戳穿我有意思吗？还赖我了还？对不住了，各位。您说点实话呀。咱不玩笑了啊，咱说点实话吧。其实学历不高啊。你什么学历？小学肄业。乐什么？人家哪是乐呀，嘲笑你，这不一样吗？就告诉你，怕你不明白。我小学肄业怎么了？小学也可以呀、啊，肄业是不是就是没上完啊？上过啊、哦，没上完的概念是上过。三年级上过就得有学校，没错，学校就得有名字吧？不是你真以为我说不上来吗？我可不是不信任您哟。不信跟我查去。快告诉我吧。我就在北京上的小学呀。北京哪儿啊？大兴。大兴。大兴女子二中。没想到啊姐姐。谁你姐姐？废话，您上女子二中。女子二中怎么了？女子二中啊，女怎么着？女子仿佛不重要。给我解释一下小学为什么叫二中。
quickly， 附属小学，女二附小。对，你自个儿听这名字好听吗？你管我呢，虽然说我学历不高哦，但是我不气馁。您没有气馁的空间了，还气馁呢？还我自学呀、啊。也自学成才，说的就是我。这倒是有这老话，对不对？最喜欢咱们中国古典文学，比如说呢，《论语》。您还读过《论语》？哼，瞧不起我的样子。哎呀，我有点人眼看狗低了。你看反了吧？啊，无所谓的事情。讨厌，《论语》好啊，给你背两句。还会背？听着，你瞧瞧，子日，等会儿。什么？干什么？你说干什么？怎么了？约干什么？别闹啊！跟你闹了，约不约？不跟你约，谁跟你约了？臭流氓来上海调戏我！你要点脸不要啊？那字儿，那字儿念约，扁的那个。内念约，长的内念日。子曰，那是孔子说话的意思。子日呢？孔子晒太阳。不就是个错别字吗？那是错别字。都得换一下。他换了。中国古典文学最著名的什么呀？四大名著。你还要糟践四大名著？什么叫糟践？好，各位。给你机会，就这本四大名著。什么叫就这本四大名著？你总是给我的生活带来惊喜呀、啊！哎呀，不书吗？不都是一本一本的吗？对，书都是一本一本的。四大名著是四本，合称四大名著，没想到吧？你说的是里边那个分册，对不对？现在解释已经来不及了。我看过，你听我说，头一本，头一本。哦，头一本什么？三国。行啊，真有啊，真准呀，蒙的。哎，信心倍增。头一本《三国演义》。好好好，有。第二本，嗯，《水浒传》。你传哪儿去？你要怎么着？那《水浒传》的仨字做俩，多音字，多音字是多音字。第二本《水浒传》，《水浒传》。第三本，嗯，《哈利波特》。漂亮。最可惜还有口音，还《哈利波特》。哎，《哈利波特大战伏地魔》呗。对，这是当年唐山出版社出版的，同时出版的还有一本叫《史万哥走啥呀》。十万个走啥呀？对，哦，那东北出版的呢？嗯，十万个干哈玩意儿？对，到天津叫十万个骂，到咱上海叫十万个啥么子？你是上海人吗？怎么着？那叫十万个走啥？有病，有病！那应该什么？那咱有神话故事，咱《西游记》《哈利波特》像话吗？哎呀，《西游记》。第四本你就不用提醒我了啊！第四本我真是的看过，没想提醒你。第四本啊，什么的，《青楼梦》。您看点正经书行吗？你这有点……《红楼梦》，做梦就行，你管它什么事儿？那是色儿的事儿吗？讨厌！我给你介绍介绍，头一本《三国演义》，你还要糟践内容？什么叫糟践呢？这震惊我的三观呀！我看过，所以你霍霍，对不对？来，各位。三国演义是不是就说明三个国家在演义？讲不讲道理？太对了。哦，您争取这三个国家蒙得准一些啊。好了，说完大伙儿就鼓掌啊。里面没有毛里求斯啊。听着啊，各位，三国演义什么？魏蜀吴，鼓掌。你们是不是也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要鼓掌？把底线拉着低就能鼓掌是吧？我没说错呀，是不是魏蜀啊？那没错，那倒是。接着跟你说哦，魏蜀三国还真知道。哎，刘禹、张备、关，真不禁夸呀。张禹、刘飞，就三个名字挨个试都试不对吗？刘备、刘关张、
刘备、关羽、张飞，就他们哥仨。啊，对，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义结金兰，关系好，一个头磕地上，亲哥们一样。起来以后保着唐三藏西天取经，路遇磨难。对对对，后来让马卡巴卡逮走了。哎，派了七个小矮人去救他去。还有后续，其实他是被一个蛇精给抓走的。后来这个蛇精到了杭州，跟许仙结婚了，俩人生个孩子叫许三多，当兵了。知识，知识，我感觉我要长脑子了。怎么样？这看书看盗版的我都不骂你，你看合订版的。知识嘛，你那知识都乱了都。管我呢，我跟你说，哎呀，就看这么的说，学以致用，我就总结一身能耐。实在看不出您会什么了。我这身能耐可太大了。您说说。四个字儿。哦。吟诗作对。还真是文人消遣。哎，首先说这个吟诗。可以。不瞒各位说啊。怎么样啊？我写了好些个吟诗。行啊。但是我不发表啊。啊。我自己写着玩意儿，你们看不着。发表就给你逮起来。逮我干什么？给你关到小铁笼子里。逮我干什么？废话，逮你干什么？怎么了？写吟诗啊？吟诗怎么了？吟诗不好。怎么不好了 ？So yellow， 什么意思？这玩意儿还得翻译翻译呢。我没听懂啊。黄色？哎，没有黄色，没有黄色。画符什么的才用黄笔呢。我们写诗是蓝笔、黑笔，不用黄色的。我说它下流，不流。以前用墨水蘸多了会流，现在我们都圆珠笔、碳素笔、钢笔，它不会流。我错，错不了。错了买本字典，不会查字典买本怎样查字典。张鹤帆，干嘛？把你耳朵里的裤衩掏出来。你耳朵里边它有那个呢？咱们用人类的语言沟通好吗？聊什么呢？你不写吟诗吗？你是不是误会了？我哪点表达的不清楚了？哪个吟？哪个吟啊？哪个吟？问半天了，就一个三点水，就是这个。啊！百密一疏啊！写错字了，别撤回了。重写，重写。口字边今天的今，哎哎，吟唱之音，有感情的朗读嘛，对不对？没事，我在家里边作诗啊。尿了？什么叫尿了？这是作诗的动静吗？这都是文人的状态吗？上来先啊一声啊，又下雨了，这值当作回诗吗？这都这是题目啊，这题目这不怎么样，哎、这吟诗不好，作对，作对行吗？作对，没事，我跟人就作对，好，对不对？您没挨过抽是吧？挨什么抽啊？逮谁跟谁作对，为仇作对啊。文人消遣哦，他这么说一上联，我这么给对一下联作对，那叫作对联儿。哎，作对联，你把联带出来。有这么一说，哎，那作对联规矩你懂吗？这张嘴就说了，这有什么规矩啊？讲究个对仗。哦、上联几个字，下联几个字，这对。上联你要一个字，下联你就得一个字。是。上联五个字，下联五个字，没错。上联十个字，下联十个字。哎。上联一万字，下联一万字。有一万个字的对联吗？那两张报纸糊门框上啊，那好看吗？不美观。对呀，来俩 iPad， 那装得下一万字吗？一个图片一个字划着玩呗。好，我们看看对联，累死了。怎么样？不，这不怎么样。嗯，您说字数一样，咱谁都懂，小孩都明白，意思得对得上，这才叫对仗。你说对意啊？对，更简单了。小学课本现在都收录了哦，声律启蒙啊，各位，你学到这课了吗？对不对？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哦，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下边有同学，都是二副的友友哈。怎么样？怎么样？哎，别说啊，还真会。当然会了，借这机会考考你。怎么考？出个上联，我给你对个下联，能行吗？没问题啊。上联我说一个字儿，我给你对一个字。我上联说个上，上对下，前对后，左对右，这叫方位名词。嗯、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我听一下。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他们都学会了，有一种断片的感觉。
怎么样？我仿佛听一遍了。我知道，知道了啊。上对下，上对下。天对什么呀？天对地呀。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我给这忘了。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你学会了吗？你是不是有强迫症啊？你神经病！我知道了啊。问言对什么？言对地呀、啊，言对地，雨对风，大。玩起没完了。你们也是哄傻子高兴哈？怎么办？您听题了吗？听题了，我听这，我听好几遍了，知道吗？什么呀？天对地，我知道。我说言，言也对地呀、啊。图对啊，言怎么能对地呢？就说是啊，言要对醋。对，嗯，言怎么对？你看言要对醋，一个咸的，一个酸的啊。盐要对酱不行，这个就两个都是咸的。盐对辣椒油字儿多了，多新鲜呀！哎，哦，说盐。言哦，言对错。对，好对什么呀？好要对得，什么就得呀、啊？为人要知好知得嘛，那叫知好知歹。得歹歹得，你对。讨厌，他要咬我，他要就得啊，得得得得，是对什么？哟，是要对炮了。您最好给我解释一下。你知是我拨炮，你跳马，我走车呀、啊！哎呀，没下过棋啊！啊，这里还有象棋，怎么样？没注意吧？注意什么？其实我这几个字连起来才是这对的上联。你这上联是上天言好事，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各位，这叫灶王对啊！不是，哎，腊月二十三供灶王爷，这面灶王爷，这面灶王奶奶，哪有灶王奶奶？哎，还挺担心灶王爷。怎么了？我刚才说完您是这么对的吗？是这么对的。我刚才说上您对什么？回宫降吉祥。我说上就回宫降吉祥了。嗯，我说上您对什么？回宫降吉祥。我说上回宫降吉祥。我说上下这管点用啊。天地言此好得是好。我上天言好事，我下地醋得泡。这个是人话吗？你分析，你分析。我还分析呢。你分析就是下地的时候怎么样啊？这个醋把这个泡给逮着了。哦，这太精彩了，这个解释逮着了、哦、醋把泡逮着了。逮着了。我说为什么用逮呢？哦，这个炮在前面跑，醋在后面追。炮你别跑，炮说你过来过来，我轰死你，你跑跑我酸死你。你不是个神经病吧？我这讽刺你呢，知道吗？你讽刺我？谁？我讽刺我水痘，你讽刺你干嘛呀？怨谁呀？怨谁呀？怨你！坐对联，一个字一个字崩。好好啊，我这边给你猜谜语呢，你那边说一上，我这边给你猜一回宫降吉祥，还赖我了？说整句的，说整句的，怕你对不上来。不可能！瞧瞧，又说整句的。好好听这个啊，来说说。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就这破玩意儿。什么破玩意儿了？张嘴就给你对上了。对，我看看。我你对，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您吐出来吧。不吃葡萄。行行行行行，绕口令。你那不就绕口令吗？谁跟你玩绕口令呢？怎么呢？你那对的上联啊？没懂，不明白，给你解释解释。说说。说的就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家什么事儿？说的谁呢？谁？我母亲爱吃螃蟹。哦，我们大嫂子爱吃螃蟹。对。我妈你练大嫂子差辈儿，说错了，弟妹。就是的，弟妹也不行啊，你那辈儿倒清楚了。反正你妈爱吃螃蟹，就我母亲啊。哎，我母亲爱吃螃蟹，她妈爱吃螃蟹。那天我给她买了半斤螃蟹，买了。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妈爱吃螃蟹，给你妈买了半斤螃蟹。那天我给她买了二斤螃蟹。甭来这套，她当时甭来这套，甭来这套啊，就半斤。各位，金秋十月、大闸蟹正肥美的季节，够个的四两五，五两一个，买半斤。你妈爱吃螃蟹，你买一个，那也是个小生命。我你妈爱吃螃蟹，就买一个螃蟹。不是，我们有别的菜，
有别的菜，而且我这人我不吃海鲜，我一口不动。啊，行，我妈一人吃玩儿呗，那没问题啊，解腻嘛，就满意，就满意。啊，哎，来那个吃蟹不足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我妈吃这螃蟹环她没吃够，一个螃蟹能够吃吗？你就买了一个，它能够吃吗？听题啊，听对联儿啊。吃蟹足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我妈看这螃蟹花没吃够，把这不可能够吃。您听我说这题，把这螃蟹腿掰的，吃这螃蟹腿，这叫吃蟹足。开始吃腿了啊！吃足仍不足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我母亲吃完这螃蟹腿，她还是没吃够，不可能够吃。你有病吧？你就买了一个螃蟹，你妈开始吃螃蟹腿了，吃你们家螃蟹了。螃蟹腿不够吃，你妈是不是开始吃螃蟹皮儿？你妈吃螃蟹皮儿，你妈吃火车头。你妈吃鸟巢，吃鸟巢拉铁道，放屁崩钉子。你怎么那么多话呀你？管得着吗？干嘛你们家有数螃蟹的是吗？就买一个是不是买的少？你甭管，我们就爱吃就去吃一个。行行，就吃一个。我们有够，我们家还吃呢，我们家。所以说就这你的解释。你赶紧对下联。下联干嘛？就这下联，张嘴就给你对上了。你对呀，你倒早就想好了。对对对对。我给你对。对。我给你对。骑驴。磨定，骑驴定，骑定啊，还磨定。来，听着些许的有些牙碜。牙碜什么呀？这对得上吗？太对得上了。我这是我们家的事儿，我自己的事儿。我听听您什么事儿？我头两天出去玩去了。好，去这个郊区。可以。农家乐。哦。我体验了一个新奇的项目。什么项目？叫骑驴。哦。我没骑过。看见小毛驴比较兴奋啊，过去一下我就骑这个驴背上了。好，但是没想到这驴背上啊没什么肉。是啊，他那个后背呀 啊磨我这个卡哇伊的屁股。呵，怎么没卡死你呢？哎，所以说这叫骑驴磨腚。骑驴腚，人家过来劝我。哦，说你不会骑，骑马骑背骑驴骑臀，嗯，屁股上肉厚他就不磨得慌了啊。哎，我就往后吞了吞，骑在这个驴屁股上了。这是骑驴腚。骑腚还磨腚，没想到上了当了。哦哦，骑在这个驴的这个屁股上啊，还是磨我这个卡哇伊的屁股。哎呵，所以说连起来就是骑驴磨腚，骑驴腚，骑腚还磨腚。哦，怎么样各位，工整不工整？哪儿工整了？对不对、啊、他妈吃螃蟹我磨腚。去你的吧。下面请欣赏相声《爆竹声声》，表演者孟鹤堂、周九良。感谢大伙儿啊！谢谢啊！哎，我上厕所的回来了哈，别着急啊，慢慢聊，慢慢说。对啊，刚才是张鄂藩、李思明说了这么一段，叫什么节目？就是那个节目哦，对春联呢、啊、是的，下去休息休息，歇会儿。大伙儿也真是，咱们也算是有缘分啊。怎么呢？这个过节呀、啊，咱们赶到一块儿了、啊。对，有缘分，第二次相见了、啊。怎么叫第二次相见了？第一个节目你没演啊？这话说的我云里雾里的。我们又在这一起过了一次节，嗯，然后上次过节我们没赶到一起，这一次我们赶到了一起，嗯，我感到也没有什么，啊，就是大家伙过了一次节嘛，啊，很开心，就是放个假，啊，其实应该是轻松一下，其实应该是合家团圆的一个日子，对，放完假以后回去加班去，嗯，就是合家团圆的一个日子，大家伙都来听相声来了，哎。啊，我你们没有家吧？拖家带口来的、啊，我是挺开心的，挺开心、嗯。但是有句老话说得好，怎么讲？每逢佳节倍儿思亲啊，倍儿思亲啊，怎么着？一听您就是老北京。每逢佳节什么？倍思亲，倍思亲呢？对啊，一过节了，不能回家，是特别想家啊，因为我们家是老北京嘛。对啊。又想起了我，都了解您，您就是一个哈尔滨人，您装什么孙子在这儿？穿一身黄你就黄成根底下的了？啊，土生土长的，嚯，哈尔滨人，
哈尔滨。怎么了？哈尔滨怎么了？哈尔滨的东北怎么了？啊，哎，喜欢我的家乡。是。哎，大伙儿没事也可以去啊。啊，对。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嗯。哈尔滨冰城，哎，冷啊。对。老冷了。就是你琢磨，我们小时候生活那个地方是农村呢。嗯。我有阴影，我都不敢上澡堂子洗澡去。哦。就大澡堂子洗澡，我不敢去。为什么呀？我一直以为我这个屁股是被冻两半的。哦，太冷了。那没冻两半之前怎么解决的呢？那会儿还没有什么太大的记忆，然后记不清。哦，记不清。不知道。对，他那会儿都是拿大顶上厕所。没听说过。都倒流的那玩意儿。咱能说点人家能播的吗？所以说东北冷啊，冻，对，冻，导致的那个民风彪悍啊。你到有去过东北的吧？嗯，啊，有没去过？有去过的，没去过的，我跟你们上一课啊。哎，到东北之后跟人见着面了，不要对视。为什么不能对视？很容易进入到那个死循环里，是吧？什么意思？你对视，你人家就得问你，嗯，你瞅啥？这没少去你肯定得回，对不对？这下意识反应，瞅你咋的？你再瞅一个试试。这个纯正的口音呢，四四叫四四，一点气势都没有，你知道吗？你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但是呢，也有解决的办法。你瞅啥？你咋说？你认怂呗。我瞅你像我爸爸，哦，就很好，就解决了嘛，是，对不对？而且东北呢，东北呢，嗯，就是有几个特产，哦，什么呀？东北虎，哦，大老虎啊，不是说人的性格啊，也不是说人，不要误会，不要误会，要不然我回不了东北了，我跟你说，东北虎说的是一种动物。啊，东北虎啊，东北虎，我们老师那个上课的时候就教这个，遇见东北虎怎么办啊？因为我们那边都是林子呀。哦，换不长就有东北虎下山了。哦，是吗？遇见东北虎怎么办？怎么办？把自己扩到最大。什么叫扩到最大呀？你不是走着走着后边你就听，东北虎要卡痰，对吧？你听那东北虎，要卡痰了，你就赶紧。把这个上衣拉链拉开，把这两个脚啊拽住，然后把它撑到脑上头，封起来，这不是最大了吗？是是是。东北虎就懵了，啥玩意儿？就趁他懵这会儿，猛回头，嗨，吓老虎一跳，吓我一跳。这是我们老师说了，老虎，这是什么呀？这是你死之前最后的尊严。其实没有用，哦，合着不是逃生办法，一点用都没有。哦，啊，东北还一个特产，嗯，什么貂啊？貂干嘛？东北貂啊。哎，老师们，同学们，哎，那篇过去了啊，那篇过去了，那是上一个节目，好不好？那是说他爸爸的啊。还有一个特产，傻狍子。什么叫傻？不是说人的性格啊，不是说人的性格。哦。啊，不要给我找雷。傻狍子是一种动物。嗯。它跟鹿长得比较像。是。啊，那叫狍子嘛。哦。它比较傻，为什么说傻狍子呢？你上山打猎的时候啊，嗯，你碰着这狍子了，是，你啪给他一枪，然后狍子就，吃枪子儿了，卡痰了吗？这不是？啪，你给他一枪，他准跑，跑啊！废话，给你一枪你也跑，这哪儿跟哪儿？你虽然没打着，啊，但是没有关系，哦，没打着，你就在原地不要动，干嘛呀？他很好信儿，什么意思？就是非常好奇心非常重。嗯，为什么叫傻狍子呢？他跑完了，跑完跑累了，他琢磨，嗯，刚才啥玩意儿打我？我回去看看。他回来了，
就站你面前看你，看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哦，他都回来还没准还跟你说一句话。说什么呀？你瞅啥？那猎人呢？啪！对，他不废话。现在不让打了啊，现在不让，过去让打。是。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啊，到东北了，特产什么呀？甜铁栅栏。甜，看看还是甜，乐的好像都舔过吧？舔啊，舔铁，舔那铁栅栏。为什么那个铁栅栏冬天你一冻上之后啊，它那个，它怎么说呢？那个用物理上边来说呀，你回去问你们物理老师吧，我也不知道。反正你一舔，舌头就粘上了，哦，粘上了。哎，你到东北你不舔铁栅栏，等于没去过东北。哎呦嚯！你看舌头上有疤的，都是东北给你做的一个最美的烙印，知道吗？哦哦，是。而且你看马路上，城市印象。冬天马路上那个铁栅栏不是一个栏一个栏一个栏的吗？啊，对。你看那儿撅一排，怎么意思？那都是外地人来体验生活的。好家伙！啊，不是，主要是这玩意儿好奇心呢。啊，好奇，好奇害死猫嘛。嗯，对不对？有一个舔的，就是我过来舔，哎，一舔粘上了。那个看他，这能粘上？嗯，我怎么不信呢？你是不是演的呀？我试试。哎，他也粘上了。哦，粘着。那个，哎，你们俩干嘛呢？哦，看我，怎么这玩意儿能粘上？嗯，我试试。对，你看那栅栏人越来越多。您说这是人还是傻狍子？人呢？啊，有一回周九良跟我回东北了。哦，回东北，我跟他说，嗯，第一个提醒就是这事。嗯，我说这看这铁栅栏了吗？是，别舔啊，呵，千万不要舔。嗯，你说这人，你是别跟我来那套。我是谁呀？我告诉你，别跟我来那套。我多叛逆呀，我这是嘛呀？不是叛逆。嗯，哎，夏天我舔了怎么了？这玩意儿冬天才冻上呢，我跟你说，夏天没事儿。我知道。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叛逆就是在这儿，太叛逆了。啊，我趴那就舔，哎，没事。那栏杆从上舔到下，从左舔到右。我说你别舔，你别舔。哎，我舔了没事儿。我说你别舔，你看没事儿。我说这周围这狗啊都在这尿尿。嚯！我说我舔完怎么那样了呢？我不是怕它冻上，哦，我说那栅栏太脏了，你别舔，哦，是，对不对？嗯。而且那个，你看我们小时候上课上学的时候，我们学的东西跟各位都不一样。哦。啊，有很大的出处。嗯。你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就老师就教我们，我们小学的时候就有物理，就老师就你们看过那个短视频上边有人那个拿那个开水在那嚷吧。一嚷然后就起了一个雾，对吧？我们老师就教我们这个，说在这个冷空气啊和这个日，你回去问你们物理老师吧。哎，上完这课回家我就试试啊。是，哎，烧了一锅开水，是滚开的，嗯，拿这个水舀子舀了一勺啊，舀出去，我说我来一回，嗯，正好我爸爸回来了。我爸回你干嘛呢？我说爸，我给你变个魔术。嚯，还变个魔术！我这水一会儿就没了啊！这是对生物课。我爸说你变什么魔术？你站着，你站院里，你站院里，别动，你往上看，往上看。嚯，我爸啊，什么呀？拿着水，再看我爸爸，一脸的泡啊，滴里当啷的。不是，等会儿怎么烫着了？啊，烫着了，没撒匀是怎么着？撒匀了。距离挨得近，太近了。没有啊，水也烧开了。那怎么回事？后来结出了一个结论啊，夏天不能玩这个，你知道吧？啊，哦，就是夏天两样不能玩，一个是这个，一个是栏杆不能舔。啊，夏天不能玩这个，没有什么项目了，娱乐项目。那老师还教我们什么？叫什么？什么？因为我们那边林区呀，啊，哦，林区都伐木。你们孩子长大之后，你得接班啊，你得伐木啊。那会儿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教我们，哎，这个木头啊，怎么伐这个角，往哪边倒。嗯，哎，回去我就说，哎，那我也试试。嗯，回去找斧子，我一看有个电锯。嗯，我这斧子多费劲呢。对，那电锯不就完了吗？那更轻。拿起电锯，呜！我们家院里最中间有一棵大树，特别大，哗，
这树呼就倒了。倒了，你这太简单了。嗯，还学什么斧子呀？对不对？晚上回家跟我爸爸说：“爸爸，爸爸，我太厉害了。”怎么厉害的？我砍倒一棵大树。嚯！我爸爸上来啪一个大嘴巴。为什么打你？我爸爸，你不能打我。为什么呀？你不能打我，人家我们老师教我们说，说人那个华盛顿小时候，砍倒一樱桃树，他爸爸都没打他。哦，好。我爸爸说废话。嗯，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爸在树上吗？咔！大孝子这玩意儿。我也不知道他在树上干嘛呢。哦，好，对不对？嗯，那小时候就干这傻事儿。老师还教我们什么钻木取火。钻木取火。钻木取火啊，弄一小木头，这儿搓，下边弄一小板儿，这儿搓。嗯，回家不是练呗？是，弄一小棍儿，一小棍儿，这儿拿着，找板儿，找块板儿，哎，桌子上放块板儿，一人一放，这儿钻，钻，哇，可费劲了，钻半天都钻冒烟了。嗯啊，我爸爸这会儿回来一推门，嗯，啪。就给我一脚，怎么又踢呀、啊？不是打我干什么？对呀、啊，我这练习钻木取火呢。啊！我爸爸猫油，把这个冒着火星子我爷爷的灵位就捡起来了。哎、好家伙！屋里我也找不着什么木头盘了。啊，是是是是啊，是是，嗯，我再要么说这老人不能溺爱孩子呢。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小时候呢挨打挨得比较多，因为淘嘛、啊、是就是淘的孩子他都聪明淘气，知道吗、啊、因为他探索精神强。是，我小时候我们玩的东西也多呀、啊、就探索你爷爷的了、嗯、我探索你爷爷、嗯、好家伙，你小时候玩的东西多呀、啊、跟现在不一样。嗯，你看现在玩的 iPad 手机，我们小时候玩的什么呀？什么啊？山羊画。哦，弹冰那个玻璃球。哦啊，弹那玻璃球，我们叫弹，就是叫弹球，嗯，弹溜溜，嗯，啊，有东北人哈，弹溜溜，嗯，然后还有什么 跳大绳，啊，还有跳小绳，哦，跳小绳，然后砍沙包，哦，对，有，啊，推铁环，哦，啊，我们都玩这个铁圈儿，啊，小时候老师就在学校就做手工课嘛，啊，弄那个铁环，嗯，这么大铁环拿一炉钩子，所有的孩子在操场，啊、不是开心，你等会儿，推跑。不好推起来，你知道吗？不是，怎么精神不太正常似的吗？怎么不太正常？你推个铁圈，推就玩，你就玩嘛。怎么还这样？你开心呢？啊，你开心呢，对不对？你看，是开心。我们东北孩子玩游戏都开心，都这样。啊、不是，你比如说玩游戏，啊、玩游戏闪边、啊。你们玩的时候不开心吗？你们推铁环这么推？我们也开心，但是我们更内敛一点，你知道吗？我们推着，嘿嘿，嘿嘿，没有像你们那么外放，对吧？就是，我们在，我跟你说，推铁环推的最厉害的谁？嗯，我爸，是吗？那、啊、推太好了，推的又直又快，我爸爸能在那个火车道上推，知道吗？哦，铁轨上，铁轨上就这么窄。我爸爸推那铁环，那铁轨上跑，哗，嚯，就那么快，特开心，哇、哦，好家伙，跑直冒火星子啊！干嘛那么快呀、啊？后边火车来了，能不快吗？好家伙，跑的那个快，嗯，小时候都玩这个，嗯，都玩这个，这是夏天玩的，夏天玩到冬天那就有意思，嗯，冬天玩的多了，玩什么？冬天玩什么？打爬犁。对不对？打出溜滑哦，啊，那个抽嘎啊，您说冰上运动？对，抽冰嘎知道吧？啊、哦，抽冰嘎，然后滑冰，啊，滑冰，冬泳，嚯、哦，跳水，啊，嗯、哦，都玩这个，这不都冻上了吗？怎么跳啊？你刨开呀、啊？哦，你刨开呀、啊？嚯、哦，那会儿刚上冻，刚刚上冻，啊、哦，嗯，十月份左右吧？哦，十月份就冻上了。啊，我说的是那个阴历，啊，阴历就是阳历十一月份的，差不多就上冻了。哦哦，上冻那个大河啊，冰面就有冰面了。啊啊，我爸说走，儿子带你抽冰杆去。嗯、我说爸不行，刚冻上，没事，我刚溜一圈回来。
动劲似的，走走，抽饼干去。嗯，我那胆儿小又好玩，嗯，我就跟他去，去那河边到那儿，我爸我上去，嗯，把那杆发着了，啪啪过来抽抽，嗯，抽不行，我怕我怕不结实啊，嗯！你看我在上面我没事儿，动都没事儿，啪啪抽，我怕呀那冰不结实。嗯，我拿个石头试试试试。我说爸爸你看不结实，爸爸我爸爸掉冰窟窿里了，冰杆也掉冰窟窿里了，那河流得快呀，啊，哦，对，他掉冰窟窿流，我爸爸顺着那个河流就走了，嗯嗯，那个，都是冰啊，他上不来呀，是，我坏了，我没爸爸了，好家伙，这怎么办呢？你爹我就赶紧追，嗯，我就追呀，啊，你追你得给他制造那个冰洞，你让他上来呀，啊，对呀，我一边追一边拿石头砍我爸爸，一边追一边砍我爸爸，哎呦嚯，一边追一边砍我爸爸，啊，嗯嗯，后来旁边有一老头拦着我，孩子孩子别砍了，嗯，这没冰，那你就是单纯的砍你爸爸呢？我说是，我知道没冰，我怕我爸爸上来打我。哎，对了，没你，你爸爸早上来了。这会儿我爸爸顶着一脑袋大包啊，就上来了。天儿冷，棉衣棉裤全湿了。嗯，湿之后东北凉啊，嗯，冷啊，是，一会儿就成盔甲了。哇，这么往里走，嗯，回家，我爸爸说没事。没事，今儿我不打你，嗯，不打你，怎么呢？我得练练你，我练练。我下水，你也得下水。哦，走，跟爸冬泳去。冬泳太冷了，嗯，您琢磨，零下二十多度，是啊，脱一丝不，那有一裤衩，有一裤衩，深有一步。桥底下，嗯，弄一个四方的一个大冰窟窿，嗯，从那桥上往底下跳。哎呦嚯！多危险呐，哦，我说爸爸我先看看你跳吧，哦，我爸爸这有什么难的，嗯，站桥顶好了，看好了，嗯，从那儿杀下，太棒了，我爸爸那怎么说叫空中转体两天半，对，你爸爸这是上吊去了，那叫上吊干嘛呀，怎么活不起了，什么叫两天半呀，空中转体那怎么说来着，两周半，那时间也不短呢，这两周半有什么时间不短，那半个多月呢，两年半行不行，等到不是两年半，谁给我爸爸送饭呢，两圈，我爸爸跟着转着转转两年，天天我妈妈做好饭上去喂去，两圈半，对，反正就是两，不是两，就是两圈半嘛，对，空中转体两圈半，对，炸水里，嗯，就这么厉害，哇，就这么厉害，嗯，我不敢呢，我不敢呢，我说爸爸，我爸又飘走了，那，好家伙，生活太匮乏了，小时候就玩这个呀，啊，是玩这个，嗯，是挺匮乏的，嗯，但是呢，东北孩子都盼着过年，哦，怎么呢？因为过年好处太多了，嗯，有新衣服穿，对，有新鞋。还有压岁钱，哦，对，知道吗？压岁钱，而且我们东北有一个习俗，嗯，三十不打孩子。哦，啊，大年三十不打孩子，三十不打孩子呀。哦，那我小时候淘啊，我就盼着这天，嗯，对不对？小时候最喜欢什么放炮？啊，对，放鞭炮什么？我是我们村的炮手，嗯，我最爱放炮。是我过年我那个压岁钱我全买炮着。嚯，啊！但是我放炮呢有一个毛病，咱们呀，我放炮呢好崩后脑勺，你还等会儿放炮怎么还能崩着后脑勺啊，你看啊，我们买那个挂鞭嘛，挂鞭舍不得放啊，嗯，舍不得一放踢了踏了踢了踏了就全没了，是我们拆开了，哦，给它拆开了一个一个放，这手拿着一个炮着，这手拿个香头是吧，您行了，您行了，就是您这是烫头呢，这叫，嗯，不是你没明白我什么意思？这有那么放？这怎么是？我这个放炮分三步，啊，一是点，二是准备，三是扔。我还没准备好呢，它就响了。所以你看着我像放后脑勺上了，啪，啪，啪。
那你从后边直接点呗。啊，就是你从就是咱两步并一步走，我也试过，我也试过。对，你要从后边点吧，从后边点，你判断不了他着没着，你知道吗？你点完之后，啪，哦，着了。嗯，你再扔已经晚了。嗯，是是，对不对？是是。哎，所以说呢，后来我发现一个炮不崩人，什么炮呢？那个擦炮。哦，就是那种滑炮，没有捻儿的，时间比较长，嗯，一滑，你等吧，且不响呢啊，时间长，哎，时间差不多了，嗯，啪，有点循规蹈矩了，你说是？过于循规蹈矩了，你就等着，就盼着什么？就盼着三十。哦，三十那天啊，因为那天不打孩子啊，是对对你自己打自己啊，没事。大早上起来，嗯，开始放炮，是打响春节的第一炮。嚯，好家伙，从被窝里起来，嗯，第一件事先划一个滑炮，划着了，嗯，划着了才想起屋里不能放啊，嗯、哦，得扔窗外头去。对呀、啊，啪一扔，哎，窗户没开，窗户打开。哎，滑炮找不着了。哎，对了，崩回去了，正找滑炮呢，啪，从我爸爸被窝响了。啊！我爸爸是迎着春节的第一炮就响起来了。好家伙！从被窝里蹦起来，嗯，拿着笤帚就要打我。嗯，这会儿我奶奶进屋拦着。嗯，不行。哦，怎么呢？住手！我这怎么了？三十不能打孩子，不吉利。哦，这规矩。儿子，你昨晚上吃什么了？啊，这屁劲儿怎么带着火药味儿啊？呵，好家伙！我奶奶耳朵有点背啊，有点背。我爸爸也不愿意理他，也不愿意跟我奶奶多说。嗯，你出去玩去，出去玩就出去玩去。是，上外头，嗯，把我那些买的那些炮我全摆好了。嚯，小羊鞭，嗯。大洋鞭，嗯啊，还有二踢脚，酸天猴，嚯，麻雷子，哎呦，手榴弹，对，地雷，你先等会儿啊，你怎么还有地雷、手榴弹呀、啊？怎么着？你小时候做那炮仗有做成那样的呀？一模一样。啊啊、哦哦，也是一个鞭炮一种，就做成那，但是威力稍微大一点啊，威力大一点，哦、拿那放滑炮吧。别放那个鞭炮，那崩后脑勺啊！对了，滑炮怎么放呢？嗯，你单独放没意思。是，滑着了放地上，嗯，拿一盆扣着，往这一扣，哦，更响。哎，你等着，啪，那盆崩起来翻一个，嗯，不是有意思。哎，滑着了，放哪儿呢？嗯，水缸里。水缸，哗啦，那可不吗？水缸崩碎了。三十不打孩子，好家伙！哎，嗯，哎，放哪儿了？嗯，划着，扔烟筒里。嗯、烟筒里划着，炸、嗯，炸，且扔不进去呢，炸，扔进去一个。嗯，哎、等着等着，是。你看那烟筒，出了一烟圈。嗯。哎，这好玩哎。嗯，挺好看。来一手榴弹。嗯。直接扔在烟筒里。嗯，但是有一点失误了。怎么呢？我忘点念了。啊？没响。是啊。浪费了。啊，没关系，玩别的，我还有地雷呢。哎、嗯，对。地雷拿出来，但是地雷啊，它念太短。嗯。我得弄得长一点。是。长一点，然后上边呢扣一个什么呢？白色的那种，塑料桶。是。你都见过吧？扣一塑料桶，一会儿一响，嚓，准能打上去。是。啊。面弄得长一点，嗯，点着了，墙根底下爬，等着、嗯，我等着响呢。我爸爸推门出来了，嗯，坐桶上换鞋，啊，啪、哦，别说桶碎没碎，嗯，我爸爸棉裤崩开花了，这劲儿是太大了。好家伙，我爸爸
拿着扫帚满院子打我呀。哎呀，你就看满院子飞棉花呀。这会儿我奶奶出来了，住手！哎，怎么又住手？三婶不能打孩子。对了，不吉利。是。爸爸一琢磨，老太太都出来了，别打了。嗯，也没打着我。是。我奶奶看看我爸，来看看棉裤。嗯，儿子，你跟妈妈说实话。什么呀？你昨晚到底吃什么了？好家伙！啊？还能吃什么？吃一地雷。这棉裤能崩开花了啊？对，行了，别凉着，来，进屋，进屋，我给你缝。嚯，进屋，把我妈把我爸爸叫屋里去了。我爸爸坐炕上，嗯，把棉裤脱给我奶奶，嗯，我奶奶坐窗根底下给我爸爸补。是，我妈妈呢在厨房做饭。嗯啊，做饭，该吃饭了，做饭得点火呀。是，怎么呢？你看这观众多聪明。哦，那点火，因为还没忘是不是？手榴弹在烟筒里呢。好家伙，往这里。哎呦嚯！烟筒里出了一条火龙啊！嚯！我妈妈坐那灶坑里，那火龙直接扑我妈妈脸上了，眉毛都烧没了。哎呦嚯！您再看屋里啊，嗯，我爸爸在炕上坐着，噗，炕就塌了。嗯，我爸爸直接掉炕洞子里头了。哇！我奶奶听见了，这回动静大。小子，嗯，你这屁劲儿可越来越大了啊！好家伙！炕都能崩塌了，是。这会儿我爸爸从炕洞子里爬出来，妈妈，三婶让打孩子吗？哎，我一琢磨都这样了，惹大祸了，不能跟屋里待着了。嗯，赶紧出去吧。跑了。我出去，我说我干嘛呀？是啊，跟外边怪冷的，我得玩点什么呀。嗯，我还有一掐子二踢脚呢。好，又来了。二踢脚，东北那个二放二踢脚有二踢脚架子。嗯，您各位可能不知道，他那个拿那个铁管啊，这么粗铁管，这么长，哎，下边焊一座，这儿一大排，一大排，那个二踢脚都插上头，然后有一根长线给捋过去，你点一个长线，所有二踢脚就都弄响。哦，哎，我说那就放二踢脚吧，把所有的二踢脚全摆好，摆好，冲上，冲上，嗯，通。第一个二踢脚响了之后啊，嗯，后边那牌啊就躺下了，哦，给炸歪了，就像架了个炮筒子，直冲着我们家玻璃。好家伙，我又不敢救啊，啊，我这怎么办呢？是，我就眼看着二踢脚腾哗啦踏，腾哗啦踏，腾哗啦。我奶奶就在屋里啊，土匪又来了。好家伙，跑这攻城来了。他二踢脚放差不多了，嗯，我爸我妈我奶奶一开门从迷雾当中走出来。好嘛，我妈妈问我爸爸，嗯，这孩子还要吗？对了，你先琢磨琢磨这个家还要吗？ 我爸爸问我奶奶，嗯，妈三十能打孩子吗？我奶奶说赶紧把粮食都收好了。哎，对了，土匪来了。行了，哪有土匪呀，闯了大祸了。嗯，别言语了。是，你这怎么办？反正三十不打孩子没事，哦，也没事，但是家是待不了了。嗯，东北多冷啊，玻璃全碎了，是，炕也塌了啊，对不对？还好粮食才在。哎，怎么办？对，怎么办？嗯，我爸爸带着我奶奶，带着我妈，带着我上我大爷家过年去。嚯嚯，你大爷家去了？你这叫什么话呀？啊，怎么讲？到大家我得老实了。哦，我不能那么逃了。啊嚯，对不对？嗯，包饺子。包饺子。哎，晚饭你得包饺子呀。是啊，大伙儿都跟那包饺子。嗯，东北有一个习俗，饺子里边放硬币。嗯。
我觉得放硬币。嗯，没劲儿。什么有劲儿呢？我弄了一摔炮。哦，好家伙，您知道那摔炮吧？嗯，摔炮，因为你放饺子里边，它一朝容易不响。嗯，我还挺聪明。怎么呢？我拿一小塑料布给缠起来。真棒！缠起来，然后放饺子馅里头，放好了。因为我包的饺子丑啊。嗯，我知道哪个是那摔炮。嗯，哎，煮好了，端上来。大伙儿抢着吃饺子呀，对，那会儿饺子那也是好东西啊，嗯，都抢着吃，是，然后我挑着吃，嗯，我挑着吃，我大爷、我大娘，还有我大哥，嗯、啊，这几个人，我爸、我妈、我奶奶，好家伙，都吃着了，嗨，都吃着，嗯、都吃着那钢镚了啊，你就说谁中奖了吧，眼看着我大爷，嗯，就把那饺子夹起来了，哎呦呵，搁嘴里，啪。我们几个往盘子里吐硬币，嗯，我大爷往盘子里吐门牙，好嘛，虎牙，哎呦，后槽牙，是。这会儿我爸爸乐了，嗯，大哥，嗯，三十不打孩子，嘿，好家伙，你爸爸也够欠儿的。我大爷说，这孩子，这孩子，你这。我奶奶把假牙，要不你用我这个？这玩意儿能串吗？这玩意儿，这我觉得这玩意儿自挨打挨上打是早晚的事了。是啊，你别太欠了，别太欠了。快十二点了，我们这叫什么？叫接神。接神。接神啊！嗯，所有的村里边人全出去放炮去。哦。啊，接神，可能大家习俗都一样。接神，我爸我大爷大包小裹的。抱着那个鞭炮啊、嗯、就都出去了，各种花、哦、各种炮，嗯，我就在后边跟着院里放不了，得上街上放去，是啊，那动静太大了，人街上都摆好了，我会我说爸爸爸我也要放，嗯，滚，对对，有多远给我滚多远，你爸爸还边待着去，嗯，上这看着，立正，不立正，不要动，立正，看着放、啊、看着放，你哎，我有事说事啊，你爸爸对你太溺爱了，我跟那站着，嗯，他们在那放，是，烫烫，太无聊了，嗯，就你们放不让我放啊，你兜里边，他还有存货呢，掏出个滑炮来，嘿，哎，我偷着放，偷着放，死滑着了，我放哪儿呢？扔哪儿呢？我扔哪儿啊？我让我爸爸看见，不得打我吗？对呀、啊，哎，下水道，有一井盖、啊、对，我扔这井盖里。扔这井盖里，嗯，那会儿我不知道啊，怎么这里边有沼气、啊、我刚扔的噗，整个村儿都炸了，哇，我爸爸过来揪着脖领子啪啪烫，好的大嘴巴跟不要钱似的，这就打上了，砰，呦呵，好油根，哎，都根，嚯，给我这通打呀，是拿我当礼花那么放啊，哟，我在天上就没下来呀，呵，这会儿我奶奶过来，三婶不能打孩子，还不能打呢，我大爷过来，行了，打两下得了，我妈妈过来、啊、可别打了，打坏了、嗯、哎，我爸爸这会儿说，嗯，哎，几位，嗯，兜里把表掏出来，是看看怎么样？初一了，好。再看这几位啊，打他！去。下面请欣赏相声《智力测验》，表演者刘春山、冯毅凯。好，谢谢各位热情的掌声。哎，谢谢。刚才小孟跟九良一段精彩的节目，新创编的一个童年放炮的趣事。嗯，现在下去得休息一会儿，为什么呢？还有第三段节目，他们得换个大褂啊，啊，是吧？补补妆啊，去厕所喝点水啊。哎，让
那是喝水去了吗？去厕所，逗号，喝点水。哎，那得分开了说。让他们休息一会儿，我们呢算助演。对，很多观众不太熟悉，做点自我介绍。嗯，先是我本人，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刘春山。啊，谢谢，谢谢，谢谢。旁边这位是我的搭档，哎，姓冯，叫冯一矮。好，谢谢。行了，上海观众很热情。对，鼓掌这几位，我先谢谢您啊。啊，我先得跟他算账。什么？您不认识我是吗？怎么不认识你啊？您再说一遍，我叫什么玩意儿？各位听了吗？他这什么玩意儿啊？对呀，您说的什么呀？您的名字冯一矮。啊，这是人类的名字吗？那都鼓掌了。这鼓掌不行，我怎么能叫冯一矮呢？你怎么能叫冯一矮啊？好，各位看，矮不矮？哎，谁这么耿直啊？都看出来了。不是，我个儿矮，我不能叫冯一矮啊。个儿矮不叫冯一，哦，个儿矮叫冯一改。怎么叫冯一改呢？汉语拼音个儿矮改。嘿，你很幽默呀，我的老 baby。干脆你自己说，我叫冯一凯，谢谢大家。听见了吗？热烈的掌声，哎，还有几个尖叫声。确实。为什么这样？嗯，你在这儿小有名气。我还有名气？你算个名人儿啊？我都不知道我算一名人。你具备名人的特征。哦，名人都什么特征啊？观众都知道，名人占一个大字。您说这话呀，我们都不理解，怎么叫名人占一个大字啊？问问各位，影视明星姚晨算名人吧？他什么特征？嘴大，大嘴巴。哦，对吧？咱们上海的骄傲，打篮球的姚明，大个子，还真是。演电影的成龙，嗯，大鼻子。对，说相声冯一凯，我大傻子，这都占一个大字。你收着短信通知了，我是大傻子，还用通知吗？我告诉你说，我后台聪明着呢，知道吗？你再说一遍。我在这后台，我聪明极了。你还聪明？哎呀，各位都知道说相声有聪明人啊，比方说孟鹤堂，聪明。是啊，他脑子据说相当于部计算机。不，这什么意思呢？你输入什么再输出，答案就出来了。啊，就是运算速度快啊。周九良脑子也好，他相当于部复印机。这怎么讲？输入什么再输出，一个字不差。啊，就是记忆力好啊。这冯一凯脑子相当于部豆浆机。对。输入什么再输出，全是酱子，你看从这流。啊，你脑子粉碎机，你脑子研磨机，你脑子拖拉机，还是手扶的，哒哒哒哒哒哒哒。行，甭还嘴，脑子不行，跟我们比差着就得了啊。我跟您说，一点都不差。这样，今天当着现场的朋友们，你在这儿考考我，考考你。对，也可以。证明一下你的智商是吧？没错啊，让那么多观众做见证，咱看他到底是聪明还是傻。这样我问你，你会猜灯谜吗？什么玩意儿？会猜灯谜吗？哎呦，你算打手背上了。是吗？我告诉你，灯谜界咱有一个外号。你外号叫灯谜神童。灯谜神童，灯谜神童就是你呀。哎，对了，那咱俩得握握手。你也灯谜神童。我灯谜神父。哎，你成我爸爸了是吗？不是占便宜，就是比你强。您啊，甭吹牛，您随便出。地名谜语，比方说上海地名，你熟吗？哎呦，我看不瞒各位说啊，地理咱学的在太好了。没有咱不熟悉的地方。上海你都知道？地理界咱也有外号。地理界外号叫电子狗。这电子狗也是电子科技。哎，我用你说吗？你有外号我知道，别听他的。各位，什么什么灯谜神童啊，什么什么什么电子狗，全是吹牛。他小时候有个外号叫小时候在他们村里头，是在哪儿啊？北京密云水库，各位知道吧？旁边有个小渔港，在那儿呢，从一帮小孩一块玩，他自称我是你们的总督，他外号叫港督。哎呀，妈，这谁给我起的外号啊？你自个儿起的。我吃饱了撑的给我自个儿起，傻子，这不是好词吗？废话。行啊，这样考你智商。上海你要是知道，咱就出一个上海地名谜语。您出啊。我还不给你出小的，
都是区县级的啊，这越是打小地方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啊、这样吧，一个故事谜。怎么叫故事谜啊？把谜语揉到一个故事里面啊。没问题没问题哈，您来吧。各位观众您要猜出来，很多都是上海本地的吧，猜出来不要给他提醒啊。听好，故事开始啊。您说，今天你在这儿驻演，明天要回南京对不对？ 对那儿还有半个月的演出，半个月之后你回到家了啊，跟你媳妇儿呢已经十多天没见面了，两口子青梅竹马一块长起来的，感情特别深厚。嗯，一见面你冲着你媳妇儿啊，亲爱的 darling， 你媳妇儿啊，亲爱的港督。哎，我管他叫亲爱的，他管我叫傻子。不是，就是说你们一块长起来的，知道你外号，就说今天是周一，咱俩出去啊浪漫一下吧。嗯，去哪儿呢？决定两口子赏月去。哎，你想想，这不俩人缺心眼儿吗？为什么？今天多少号？你说阴历？对呀、啊，8月16啊。8月16，朋友们，我在这儿演出啊，然后回南京上班去，半个月，上半个月，回北京啊，初一了啊，我跟我媳妇儿赏月去。你们爱看月亮啊？哎，那能看见月亮吗？能看见一丝儿，能看见一丝儿、哎。那管什么呀？两人找找浪漫的感觉。然后你媳妇说：“咱这样，不光赏月，咱来个月光下面的晚餐。”哎呦，哎，在野餐嘛，啊，市里不行，去郊外啊，郊区。但是去郊外吃什么犯愁了。嗯，完了你出主意，这样咱俩吃火锅。好啊，爱吃辣吗？不是，辣汤火锅，咱去啊买点那个火锅底料啊，牛肉、羊肉、蔬菜，肉丸，商量挺好的。你媳妇正要去超市，你拦住了啊，别去那儿，我知道一个地方便宜。哦，领你媳妇儿来到一个小店，买了一个袋装的啊过期的火锅底料，买了两袋过期的牛肉，两袋过期的羊肉，还有一堆要烂了的蔬菜。哎，我这全买过期的是吗？他们便宜吗？好，冲这也不能跟我过。去哪儿呢？两口子开车来到郊外，嗯，终于停车，旁边是一片坟地。哎，您先等会儿，先别浪漫了。啊，我们这是野炊去呀，是上坟去呀，反正就是找那种没有人打扰的感觉。上坟地野炊去，那里清静。来到坟地，听不见别的声音，远远的听到什么呢？啊，蛐蛐、蟋蟀哦，在那嘟嘟嘟嘟那么叫唤。你说，哎呀，地方太浪漫了。这样吧，咱呀就在这吃了，把那个火锅摆好，点那个卡式炉，嗯，来个烛光晚餐。得看得清楚啊，还烛光。哎，在两个坟地中间点两根白蜡烛。哎，我们就是扫墓去了，在那开始吃。基本上你是一口没吃着。哎，是啊，不对呀，你媳妇儿啊嘴壮，爱吃东西，牛肉羊肉哗哗哗，最后连那点蔬菜叶全吃没了啊。你媳妇儿说，我还差一点就饱了。还没饱呢。哎呀，这汤也凉了，得了，我也不跟哪儿娶的这娘们儿。嗯，红汤啊，火锅底料全喝进去啊。喝完之后你媳妇儿变了。变什么样了啊？变什么样了？站着冲你，走过来冲你啪啪俩大嘴巴子。干嘛呀？再看你纹丝儿没动，没事儿一样。哎，没有任何反应。然后你媳妇儿，我难受。哦，你难受？怎么难受啊？这东西可能是变质了，我吃完肚子疼，我现在想拉稀，但是我在这儿不能拉，没有厕所啊。嗯，我只能这样把臀部我给尽量的往一块收，哎，收到一块，哎呦，那太难受，所以拧肚子。这阵儿果然他媳妇儿的动作那个稀没拉出来啊，但是呢肚子一翻腾，一低头哇就吐了。这是闹肚子呀？啊，那上下通着呢是吗？这叫什么？肠胃炎上吐下泻。你想吃的火锅底料低头，头发也散了，化那妆也花了，嘴里都是那火锅底料那红汤子啊，这才算现了原形啊。但是你这人胆大，不害怕啊。亲爱的别着急，我带着胃药呢，专治肠胃的，你吃点吧。吃完之后你媳妇见好，你扶着她来到一块墓碑的旁边，靠那儿休息一会儿。终于天光大亮了，两口子互相搀扶上了车，开车回家，结束了浪漫之旅。好，请你猜吧。
您哪位听出来这是谜语来了？这就是一个谜语，灯谜，上海地名谜语，里边包含着六个上海地名。好，就这一破故事还六个地名。哎，你猜着了吗？我一个都没猜着。你这人就不行，您解释解释吧。故事可能太多，这样我给你精炼一下啊，一点点说啊。就说你在坟地听见蟋蟀在叫啊，这是个地名啊，这就算一个了。然后呢，你媳妇儿吃到了，最后肚子都胀了，给你俩嘴巴，这是一个地名。然后打完你，你纹丝没动，跟没挨打一样，这又是一个地名。后边呢，你媳妇儿难受，把那臀部收得特别紧，这是一个地名。然后呢，然后你媳妇儿吐了，满嘴的辣椒油，那个火锅底料啊，这又是一个地名。最后你媳妇儿肚子好了，不疼了，这又是一个地名，一共六个地名。我猜呀，猜吧，还甭我，在座各位谁也猜不着这谜语。你呀，就是你笨，你直接跟观众说：“各位，我是一个豆浆机。”哎，就行了。我凭什么承认呢？你脑子不行，猜不着啊。您呀、啊，您先得把这谜底说出来，合情合理。我承认我脑子不行，绝对合情合理啊。您先一个个给解释解释。各位，凡是上海的朋友，我说出来，你们要觉得这个地名有。确实是咱们上海市区县级的大地名啊，而且跟我的谜面能够合情合理，你们就鼓鼓掌，讽刺讽刺他，不承认自己笨啊。对，我先听见您这地名。第一个，说你听见蟋蟀在叫，这是崇明。哎，看这意思是真有这地名啊。这是上海，好像是现在唯一的一个县了吧？是这么编制吧？我不太懂啊。反正是有没有崇明这地方，叫秋虫在鸣叫崇明。得嘞，这算您是没问题。哎，没问题，都没问题。嗯，第二个，就说你媳妇儿吃撑得慌了，给你俩嘴巴。这是上海的一个区名。这是宝山。哎，不是，您看。掌声啊，说明有这地名。对，那怎么叫宝山呢？吃饱了山你。哎，那这不吃饱了撑的吗？对了、哦、再说第三个，你挨完打之后给你俩嘴巴子啊，你连反应都没有，跟没挨打一样。这是金山。哎，我不光金山呀，啊，我还扛揍呢。对喽，三个都说完了，再说第四个，说你媳妇儿为了不拉稀怎么办呢？把臀部收得紧紧的，这是最合理的一个地名。这是哪儿？听见了吗？嘉定。您这都什么破题呀、啊？刚才张鹤帆就是笨，麒麟磨定，你要加着点就磨不着了。哎，对，那不就定不定磨哪儿了？再说第五个，你媳妇儿吐了。一张嘴，满嘴都是辣椒油、火锅底料啊！这是虹口。哎，有没有？对，可不辣椒油红色的虹口吗？第五个，吃完药之后，他肠子、肚子、胃口什么都不疼，好了啊！这是长宁。哎，完了吧？各位，这回看出来这个豆浆机的本色了吧？一个都猜不上来，那观众都跟着一块喊，都猜出来了啊！对啊，对呀、啊，嗯、啊，他。各位都是上海人呢，你不是电子狗吗？我不这上海的离线地图没下载下来吗？不是，说半天你还是你们家门口的电子狗啊。这样吧，我出上海地名让你猜，等于是欺负你。为什么呢？毕竟他是北京那边的人。嗯，我出一个全国不管哪里人，只要是中国人啊，基本上都喜欢都知道的，这让你猜，能证明你智商了吧？什么题目啊？比方说歌曲灯谜。哎，你听过歌吗？什么？听过歌曲吗？听过歌曲吗呀？啊，不瞒各位说，嗯，我那个 MP3 里头，哎，40多首歌呢，我告诉你说。你现在用什么听歌？ MP3 你没有吧？你个山炮。哎呀， MP3 现在我们都用智能手机听歌啊。我那音质好，你管不着。行，听过歌是吧？对。这样，我给你出一个歌曲谜语啊，您来吧。还是像刚才的规则一样，各位千万不要给他提醒 啊。就考我一个人。听这个带朗诵腔的啊。嗯。高尚的
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猜首歌啊，这就完了。对，很短。那等我琢磨琢磨。琢磨。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哪有这歌啊？有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这几年很流行，还有很多歌星翻唱这首歌。是吗？一说各位肯定都知道。那我不知道。你看脑子就不行，什么也猜不着。不是，您先说，我听听什么歌这是。各位听听合理不合理啊？啊。说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这是像我这样的人。谢谢，谢谢。捡起来吧。什么掉了？脸掉了。哪不要脸了？您让各位看看，就您这还高尚的人呢，还。不管怎么说，有没有这首歌？谁啊？毛不易唱的，对吗？你等。这几年很流行，好多人都听。不是谁唱的？毛不易。啊，对呀。啊。我为什么猜不着啊？为什么？你琢磨。啊。我那 MP3 里能有毛不易吗？你那数据线都丢了是吗？哎，合着还老时期的歌，您得说点那老歌啊。老歌你也猜不着，您说一个。这样吧，来一个 MP3 盛行大概是九十年代啊，九十年代末零零年代初那个时段的歌行吗？啊，那没问题。说你还猜不着，您来说。你逛大街的时候，嗯，内急无意中走错了，嗯，你进了女厕所，哎，猜一首歌。什么？我进女厕所无意中走错了，没有道德的问题。我进女厕所，这能猜出一首歌来？这是当时火遍大街小巷，很多商铺都在放，咣咣咣，天天那么放的一首歌。各位，您谁听过这么刺激的歌啊？就是有啊，真有这歌？当然有。那我猜不着了。完了，又不行了，脑子又不行了吧？公布答案吧。嗯。说你进女厕所，这是姐姐妹妹站起来。哎，听过这歌吗？哎，没听过，我给你唱你两句啊。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知道这歌吗？陶晶莹唱的，当时特别火。不是，您我得拦您一句啊。有这歌归有这歌，对，但是您这个谜语它不合理。怎么不合理？我进女厕所啊，他怎么可能是姐姐妹妹站起来呢？你的意思人家不站起来吗？你进来了，人家啊，一凯来了，蹲旁边一块儿吧。哎，可能吗？就别胡解释了，就第一步站起来，第二步挠死你。哎，我改流氓了。我就说你无意中嘛，但是让你猜这个灯谜，测你智商。不是，这谁唱的？刚才您说陶晶莹。对对，陶晶莹啊。啊，陶晶莹在座各位，保不齐他有不认识的。有不知道的吗？你看看，都知道。你们都不亏心呐。不是这么说，我对他我不熟悉呀。啊，那你对谁熟悉呢？四大天王知道吗？哦，大歌星，港台的四大天王。哎，都听过。对，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魔力寿，你都听过啊？我听过金刚经。金刚经啊，歌四大天王这四位、啊、我知道你说香港四大天王嘛，什么黎明啊、张学友啊、郭富城、刘德华他们。哎，对了啊，听过香港的。那台湾歌曲你听过吗？台湾的也听啊，比方说李宗盛的听，周华健的，哎呦喜欢，任贤齐的，任贤齐啊，最爱任贤齐，是吗？我告诉您，他拍那电影我都看。那行，这样吧，我给你出一个任贤齐的专辑主打歌。哎，那我肯定知道，这就没问题了吧？您来，你那么熟悉，嗯，他说有种动物叫猪，猪屁股上面挂着两滴水儿。猜一首任贤齐的专辑主打歌。别提醒，别提醒。任贤齐唱过这么恶心的歌吗？这是一首专辑主打歌，当时也火遍了大街小巷，全都放。猪屁股上挂两滴水。对，你确定任贤齐唱过这歌？肯定唱过这歌。那得了，我也甭猜了，我还不知道。我公布答案，听过的可以鼓鼓掌啊。嗯，说猪屁股上挂两滴水，这是流着泪的你的脸。哎，我看谁还鼓掌呢？这是还喊好还？行了。说你灯谜合理？合理呀、啊！您这叫人身攻击，知道吗？没有，就这谜语啊！我要给你出一个，你也猜不着。就你这豆浆机脑子，你会出灯谜？多新鲜呢！你说我猜，听这个来说，世界上王八都死光了，猜一歌名。
这我也不知道。不知道啊？告诉你，这是说世界上王八都死光了，猜一歌名。这是至少还有你。典型的打击报复，您这叫你要出题出点那有难度的，情理之中意料之外那种题，别出这个，跟我学，简单又合理的。对，真有，有，给你出一个，出，你先下去，我下去，给谁出题？我得跟各位商量商量。哦，明白了，豆浆机空了，哎，找你们征集题目呢，没关系，多难都不怕，别老叫我啊，你赶紧走吧。呸。臭不要脸刘春山在台上欺负我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啊啊虚岁十九啊，岁数不重要，我为什么把他让他下去啊？我也不是说跟您各位征集什么题目，其实给他出什么呀我早就想好了，一会儿我就给他出这么道题，我就问他啊，世界上有一种动物最爱问为什么，问他这是什么动物，他准猜不着，猜不着没关系，我告诉他，我说这是狗，他肯定不明白，他一不明白呢他就得问我为什么呀，各位发现其中的小奥妙了吧，只要他一问为什么啊，他就成狗了。这时候得需要您各位的帮忙了，您就得呀使劲鼓掌，玩命叫好，为我刚才报仇，好不好？各位，得嘞，我先谢谢您嘞。我叫他上来啊，刘春山，春山哥，怎么样？商量完了吗？来吧，商量完了。人家各位说了啊，说咱俩人啊台上弄得脸红脖子粗的让人看笑话，哦，让我出一简单点的，你一答就能答上来那个，咱俩人胜利完成任务。上海观众说的，让你出简单题考我。对呀，你们是这么说的吗？真的？嘿啊，那谢谢你们，那就太感谢了，我能答上来我脸上有光了。上海的观众太诚实了，太善良了。哎，出题吧。听好了啊，别忘了啊，谁说话？没人说话，您就好好听题就完了。出题，问啊。嗯，世界上有一种动物最爱问为什么，这是什么动物？请出题。出完了，这句话就是题啊。对，就一句话。就一句话，应该很简单啊。啊、嗯，动物问为什么呢？它正是能说话，能说话就是鹦鹉。鹦鹉是学舌，不会问啊。这个题不简单，我不会啊。一句话题目你都不会，这也不简单，我哪会？这什么简单题？这是你好笨死我了！这怎么？这样没关系啊，答不上来，我教给你，你教教我。哎，我学学，我学学。问啊，嗯，世界上有一种动物最爱问为什么？这是什么动物？狗。狗。哦，对。对对对，不是道理啊，有道理。您先别，先别有道理啊。对对不行啊，还怎么着啊？你得问。我不问。为什么？哎，下面请欣赏相声《特工学院》，表演者孟鹤堂、周九良。说世界上什么动物最爱问为什么？孟鹤堂。为什么？我给你出一个啊。行。你出一个啊。行。你见过王八摇头吗？你见过了没有？啊，刚才是一段打灯谜啊，刘春山刘老师还有冯玉凯冯老师下去休息休息、哦、歇会儿啊，我们哥俩又换上来了，又到我们表演啊，第三个节目了啊，说相声啊，还是给大家说相声啊。嗯，好的好的，第三个节目了。嗯，其实我们也是、嗯、非常愿意给大家说相声。我们为什么乐意？我打小啊，嗯，我打小就愿逗人乐。对，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个逗，就特逗，你知道我小时候、哦、啊就特逗。
对，小时候愿望就是逗大伙乐。嗯，他小时候也有愿望，他小时候喜欢玩什么呀？嗯，喜欢玩那个逮小偷。对，啊、喜欢逮小偷。是的，对不对？嗯。然后他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只警犬。没错。我咬死你、啊！咬我干嘛呀？废话，人都有愿望嘛。你愿望是什么？不是当警犬啊？不是当警犬。你当什么？特工。哟。哎呀！我这让人出乎意料的一个，怎么还愿望？出乎意料啊！他这个什么？他想当座钟。你当座钟这玩意儿你多无聊啊，对不对？你得老在这站着吧，啊？你还得摆这个时针，得老在这动动动动动。你万一你想上厕所怎么办？啊？你上厕所上一半，人主人看时间回来，你尿一半回来，回来站这儿。那你不行也不像，你下边得挂一个大秤砣呀、啊。歇会儿吧，歇会儿，在这摆呀、啊，休息。他想当座钟。您听错了，听错了，听错了，当特工。哦，哎，迎客松。你那玩意儿够无聊的，你老得在门口站着，你这迎客，行，对不对？你送客的时候用不着你啊，人有送客松啊。行。对不对啊？迎客松、送客松，我还朱贺松呢，我还。什么叫迎客松、哦？他的愿望呢是给敬贺兰捧哏。对啊，他是想当。我疯了，我周宇良是一个捧哏的，我的愿望是当另外一个捧哏的，我有点追求没有？不是什么意思？你愿望到底是什么呀？特工，做东。特工。过风，特工乐乐，实现不了了。你告诉我什么叫乐龙？不是，先解释一下。我先问你，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给你买个助听器。我耳朵没毛病，你给我买助听器干什么？玩呢，逗我呢。你看，这人上脸了，上脸了。什么叫上脸了？上脸了，上脸了。啊。听清楚了，听清楚了，就是逗您玩呢。他最大的愿望是想当一个破灯。哎，你这玩意儿不好当啊！你首先你得确定自己是个灯吧，对不对？你还得是个破灯。你这个拧那个灯泡那个座上，你不能亮。你要亮了，你就不配当破灯了，对不对？你怎么不说话了？我不能说话。为什么？因为我是个破灯。你真逗。听清楚了。逗你玩呢。他的愿望啊是想当一个特工，对不对？干嘛呢？啊，听清楚了啊。啊哈，我说特工，你说的那叫特哦，他说对了。啊，对不起，没反应过来。特工嘛，你是不是想当特工嘛、啊啊？为什么装听不见？啊、你不现实，对不对？从小大家愿望有很多、啊，有想当医生的，是啊，有想当消防员的啊，对，对不对、你当特工，你这没有生活当中没有这个职业啊，那没关系啊，啊，所以我变成了一名相声演员。那你可入错行了。怎么呢？你相声演员你当不了特工啊。我可以演啊，相声演员可以演，什么都能演，我演个特工。演个特工？对。哦，哎，咱台上没演过特工。哎，咱们今天演一回行不行？在这儿。对，人观众都听相声来的，谁看你演特工啊？哎，大伙儿乐意看，乐乐不乐意看？哎，演一回啊！你这老勾搭我，这玩意儿勾搭我这劲，你这玩意儿没劲了。你演特工，你不是咱俩怎么演啊？咱不是谁演特工？我，你演特工，那我演什么呀？你演你这样，你演那个什么？你才特务呢！还特务？我可不喜欢演反面人物。哦，行好。我这浓眉大眼的，我能叛变吗？行好。谁没美？我这不带着呢吗？开玩笑呢吗？您这样啊，您来这个特工的这个助手行不行？助手？哎，对。
哦，您演特工，然后我演您的碎催。啊，什么仔？我演警犬。好家伙，我不同意，因为我没带磨牙棒，是吧？演不了，演不了，这不可以啊！啊，对对对，我演您的那个马仔。对，这还什么叫马仔？就是您跟班的啊，对对，就是助理，助理啊，助手，助手，助手啊，助手，你助手吧您啊。好，我演您助手啊。对，好啊，你好啊。那个，咱俩人就出去执行任务就行了。嗯，不是，咱俩执行什么任务？咱们执行什么任务啊？这样，我给你设计一个情节啊。什么情节？咱们去执行什么任务啊？比方说有一个坏人啊，叫黑骷髅。哦，哎，对，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坏人。咱们去他这个城堡，黑骷髅的城堡，把他抓住，将他绳之以法，怎么样？击毙他！这，好家伙！对，对，好，最起码我也是一个正面形象。行，是不是？对，击毙他！咱开始吧，开始。别等会儿，不是咱是特工啊，咱得有个代号啊。代号啊，就是名字是吧？对呀、啊，那、哎、有名字，你孟鹤堂、周九良也不行，这怎么不行、啊？你这您是孟鹤堂、周九良，你去了执行任务那不行，你暴露身份了。咱人家、哦、这我叫孟鹤堂，我叫周九良啊，行啊，对啊，你有病吧？啊，你有什么区别？哦、人家特工，我看那个电影里边，人特工都有代号，而且人家的代号大多都以这个颜色为这个姓。哦，你看像什么？你刚才说那黑骷髅啊，对对啊，什么黑寡妇？哦哦、啊、像什么绯红女巫？哦，对不对？嗯，白茉莉。嗯啊，哎，我就叫白茉莉吧。什么？你叫白茉莉？对，大老爷们叫白茉莉啊。行，你叫白茉莉。嗯，小茉莉。行，那我叫什么呀？绿帽子，很适合你、啊。哎，嗯，让孟老师，这个白茉莉太过于女性化了，不太适合你。可是绿帽子适合你啊。主要是这个不适合，主要绿帽子不太适合。嗯，那重新起一个吧。哎，这么着，你就取那个黑白双煞当中的一个煞字，煞，对，煞，这个。听着就很，你喜欢什么颜色？你带赭石色，那你就叫赭石煞。我叫什么？赭石煞。这名字真带劲。嗯，哎，行，那您叫什么呀？我就取这个碟中碟的当中的一个碟字。哦，007、哎、哦，碟中，你喜欢什么颜色呢？青色。哦，所以您叫青碟。哎，哦，哈哈哈，啊，这名字也行。这是煞啊，青碟，这是煞，青碟，这是煞。我跑这儿认亲来了是吗？行，这名字行不行啊？名字无所谓，咱主要是就是演出来就行。咱开始吧，来来，你别着急，你要演你就认认真真演，对不对？啊，你先从角色里出来。我入入戏。你先从角色，咱得认真点，你这什么都没有，什么道具都没有。咱有什么道具？咱没有道具啊，咱说相声有什么道具啊？你得布置一下这个场面吧，对不对？什么叫场面？你黑骷髅城堡呢？你搭一下片子，搭一下景啊？咱没有啊。后台有道具，有而且哥几个刚才说完了也闲着呢，他们帮咱搭一个不完了吗？啊，是能来哈、啊，能来，咱速度快着呢。来，哥几个闲着的来，上来帮我们搭一下那个黑骷髅的城堡，来，快，真有啊，速度，来，嗯，好嘞，谢谢。你看我们这个德云社都训练有素，真不错、啊，他们这些演员都特别通人性，啊、你知道吧？对，都特别通人性，还挺快，我没想到啊，他们真有啊，谢谢，感谢，谢谢。这布置完了之后呢、啊、你看这个就像黑骷髅城堡了吧，对不对？看出变化了哈。我的记忆出错了吗？刚才是不是上来人了？
干嘛来了？来吧。嗯，怎么土匪来了是怎么着？啊，这是有什么变化？你能告诉我吗？这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那个场面没有不没事，咱们打扮上边像点那个特工好不好？咱们打扮一下，跟他们要个墨镜啊。谁有墨镜？给我们拿俩来，拿个墨镜。啊，有墨镜啊，嘿，墨镜。哦，这戴上就像特工了啊！对，你戴上就像。嘿，太期待了！那个，莫老师，别瞎冒啊！废话，黑不拉几的，这没玩不瞎冒。那个，你在哪？这儿呢，这儿呢。哦哦哦，这儿呢。好，这太黑了，这个不是你这就光戴一这个呀？不是，你戴上这个，你要这么站着，就太像算命的了。废话，你把这个大褂挽起来。哦，把这个大褂系起来啊。哦，这样挽起来就好了，这就行了啊。行吗？啊，那咱就谁说搓澡的？咱搓澡的只穿个裤衩，知道吗？什么叫搓澡的？看你按摩的，你没搓过澡。嗯，行，咱们开始吧。别着急，别开始演了。我要击毙黑帮！击毙他！你着什么急你？怎么你这么？咱怎么打倒吧？捯饬成这样，你得亮个相吧？还亮相呢？对呀、啊，你这咱有音响老师，别让他们闲着。你给我们放个音乐，啊、我们俩亮个相。一出场，那家伙，你呵呵 OK 收来。停！封箱来了是吗？你有病吧你？你就会这一个音乐是吗？那个特工出场的能是这音乐吗？你得弄那个碟中谍的那个音乐。对呀、啊，知道吗？有点别的音乐没有？好家伙，他还把灯闸拉了，吓我一跳！我就本来就黑，兄弟。停一下，回来。那个土匪回来。回来。干嘛你？你偷地雷去了？你怎么了你这是？执行任务？执行什么任务？你跟个人似的行不行啊？咱是出来，是咱是正面人物，咱跟个人似的好不好？好，咱特工。好，特工。我不您跟班吗？我说是跟班，你跟个人似的。这我报人怎么演啊？这怎么自己的本体都忘了？现在都啊，报告啊。哦，对啊。还是土匪，你站直了，哎，好，报告。
咱们到哪儿了？咱们到上海了。什么叫到上海？我知道到上海了。咱到哪儿了？咱黑骷髅的城堡。哦，巴卡，咱们到哪儿了？这是沙特工。咱们已经到了黑骷髅的城堡了。啊，这个可恶的黑骷髅，我今天一定要抓住他。那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赶紧进去抓住他呀！现在就进去吗？是的。好的。注意安全。好，你不进去呀？什么叫注意安全呀？你跟我说这话。作为您的助手，一定要提醒您啊！就是好的，没，里面太危险了啊！这没关系，我们别死里边。我不怕，那你不怕，我怕呀。你别怕，有我你别怕啊，好不好？咱们进去。好，进去来。好。什么玩意儿？报告，什么事儿？这是沙特工，怎么了？请叫我的名字。这是沙特工。直接说事儿，来消息了。这什么消息？总部来的消息。总部来的，说黑骷髅给咱们总部发了一个视频。他太猖狂了吧，有点。你快看看吧。我看看什么内容。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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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怎么那么开心？那么开心呢？不好意思，视频有点卡。哎，我说他一直乐呢。缓存一下，有信号吗？这儿好，应该是没有信号啊。你好，嘿嘿嘿，啊，这是啥？就凭你也想找到我？做梦去吧！这是沙特哥，请黑骷髅怎么说？他说咱抓不着他，那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赶紧进去呀！好。领导来视频了啊！领导来了啊！这个黑骷髅实在是太猖狂了啊！是是。哦。我命令你们俩不惜一切代价，一定将他绳之以法。是领导。祝你们成功。放心吧，领导。一定哎，这是沙特。领导怎么说？让咱们一定抓住黑骷髅。好，那咱们现在赶紧进去。好。又谁呀、啊？这是？哎呦，您的爱人想跟您视频。这倒霉娘们，这会儿来什么电话啊？哦，亲爱的，你不要再对付黑骷髅了。不行，黑骷髅实在太危险了。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去，不然会有更多的人陷入危险。那你答应我啊，一定安全的回来。嗯，好的好的好的。么么哒。爱你哦。嫂子怎么说？嫂子说，让咱们一定抓住黑骷髅。那咱们现在应该赶紧进去。好。谁？那个大哥，我是那个菜鸟驿站，你给我快递，我给你扔哪儿？回去取。关机啊！信号给他屏蔽掉啊。那咱们现在进去啊。关机了。是我。您的助手，你作为您的助手来说，我一定要提醒您什么呀？如果咱们贸然的从黑骷髅城堡的正面进去的话，会不会打草惊蛇？我们要不要绕到黑骷髅城堡的背面再进去？好主意、啊。那咱们现在潜行过去。好。你回来，你过来。怎么了？你去哪儿啊？绕到黑骷髅城堡的背面，咱们绕一圈就行了，啊，作比成样啊！废话，好，那咱们现在就潜行过去。好，报告，到哪了吗？到了，到哪儿了？到了黑骷髅城堡的正面。哼，我，哎，对不起，是我工作的失误，因为刚才我们就在黑骷髅城堡的背面。我忘了，我们是划水过来的。潜回去。好。到了。正面背面。背面。嗯。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办啊？咱们用飞抓爬上去。用飞抓爬上去。嗯嗯。好主意。对了。啊，拿我的飞抓来。没带。没带。没准备这个道具。作比成样，无实物表演，会吗？啊，好，会。嗯，拿我飞抓来。好。停。
高啊！哼，可恶的黑窟窿！哎，你把谁家广告牌拆了？您的飞刷呀，有那么大吗？这叫全毛。多大？小点儿。飞刷能飞上去？这玩意儿能飞得上去吗？你嚷什么？我也是个正面人物，好不好？气死我了！哦，飞刷拿来。好，给你。助手，你从哪儿拿出来的？我还能放回去？拿出来。行了，放回去。行，你现在出来执行任务都带着牙签是吗？你多大呀，飞壮？一尺长，一尺长，一尺长。对，好，对，把我的飞壮拿来，给。你要干嘛？我要扔飞壮了。那我给你配音。啊，这好，这好，好。我要不配音，人以为你套马的汉子呢。早该提醒我。好，来，看我飞壮。咱俩不是坐直升机来的，像话吗？你倒是扔啊！你咋嗖啊？你不扔我怎么嗖啊？你不嗖我怎么扔啊？你怎么一点默契没有吗？你嗖嗖，我这扔出去了，知道吗？知道。来，哎，媳妇，就哎，看我飞刷。愣飞呀、啊！那你前面，你等我甩起来好吗？好好好，你甩起来哦。看我飞抓，走！住手！要那么高的话，咱们还是坐电梯吧。这不是东方明珠，你知道吗？多高？矮点儿。多高啊？有那么高的城堡吗？矮点儿就矮点儿。废话，够难伺候的。费劲，看我飞抓。黑骷髅住平房啊？这也太矮了。那你我都怕弹回来扎着我自己。你说多高？你猜呢？四楼好不好？四楼好。四楼那么高、嗯，好不好啊？四楼啊。好、嗯。看我飞抓。二楼，三楼，四楼到了。还是坐电梯上来的。哎，现在怎么办？我爬上去啊。哦，爬上去，还挺结实啊。那看您的臂力。哎，好。冲，嘿，走，踹。上来了，那个，嗯，你干嘛呢？无实物表演吗？这我看您已经没什么上升空间了，我只能下降了。这好像您在上升似的。啊，这好，
行啊，这个设计好，这个设计好。好、啊，行，你上来吧。好，那我这就上来了。好的。啊，我装下毛啊。你那个东西是电动的呀？哦，你那个也是哦。我知道，你不爱用电动的，我比较传统，你知道吗？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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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到了，到了。到了黑骷髅城堡的宝顶了。嗯，现在我们向下闯关四层，黑骷髅就在一楼等着我们。怎么办？黑骷髅好聪明啊！他是不是猜到我的行动了？下去吧。好。老牌特工啊，老牌的啊。好，咱们下来了。报告。嗯，我们现在就在一楼了。在一楼、啊、这道门的后面就是黑骷髅藏身之处。嗯，他在不在里面？在不在里面？在不在里面呢？在不在里面呢？欲知后事如何、啊、咱们下回分解。干嘛下回啊？没法演了。马上我就要跟黑骷髅啪啪啪了都，你这下回，不是，主要我预料到个事情。什么呀？没有人演黑骷髅了。你演黑骷髅？我猜到了。我这浓眉大眼的，我能演反面人物吗？你没问题，你不是你，我演黑骷髅，我演黑，你的亲爹怎么办？他就让他站着，他不重要，他不重要，主要是我刚才陪伴了你半天，他不重要，他不重要，不重要。我是特工、啊，我是特工，他只是一个助手。一会儿主要的戏份还是这特工跟这个黑骷髅俩人对峙，好，明白吗？嗯、啊，一会儿咱们这个隔着一道门，我破门而入，啊、咱们俩对峙，好，好不好？黑骷髅，我不会演黑骷髅，哎，没问题，咱试试，来吧，来吧，对峙啊，啊。嗨，辛苦辛苦辛苦，行不行？你歇会儿吧，歇会儿歇会儿。嗨什么呀？嗨，不是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谁跟你江湖啊？那谁跟你对峙？啊，对峙，对峙。你跟我说，好人与坏人对峙，你知道吗？哦，对峙，啊，对峙。哎，哼，我这里有一颗痣，你拿哪颗痣对我这颗痣？我点痦子呢，我。你不是对峙吗？说话不是对哪个痣哪好点痦子，你对说话，说好话，话那对峙。好人跟坏人说话。对对对对对 ，Next， 来，打，哎，嘿，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摩哈摩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防冷涂的蜡，怎么说你是徐旅长？你是坐山雕啊！我说他还是土匪吧，是不是？你不好人和坏人对话吗？咱们这个情境当中不是林海雪原，那咱们不是你，不是你，咱们什么词儿？你也没给我词儿啊！即兴表演，即兴表演，即兴的啊，即兴的，即兴表演，对，太难了。我有我的词儿，你随便啊，你随便说。即兴表演，我管不了你了啊。这是啥？黑骷髅！没想到你真找到这儿来了，还带着你的助手，哼，正是我。
葛世沙的亲爹在此，今天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对，你就死，就凭你们俩，是啊，就凭我们俩怎么了？今天让你尝尝我的枪子儿，哈哈哈哈！哼，你们俩打不过我，看我的枪吧。哼，你的枪，我。你精神分裂是怎么着？干什么？你怎么跟自己聊上了？我看你们俩演挺好的，主要是青爹在边上太干得慌了。他无所谓，他不重要，只是说跟你不说不重要，跟我说我是特工。哦哦，行，跟你说，跟我说话啊。哦、来，阿、拉，哎，哼，这是啥黑骷髅？没想到你还带着重卡。我早看出来他是一个卧底了，他没有这个亲爹，我早大抓住你了，知道吗？他大小他也是个角色吧？这死去！刚才陪伴你半天呢，死去！你太残忍了，你活得起活不起？我就提一嘴你就给弄死了，管着吗？他是这卧底，我就发现了。好好好。跟我对峙啊！跟咱俩说话。跟你对峙。咱俩啊！再踹回门。阿、拉，哎，哼，这是啥？黑骷髅。哼，我知道，就凭你的实力，你一定会打死我的。我但是，我非常的欣赏你。嗯。你在这个特工学院实在是太屈才了。你如果跟着我干的话，我保证你荣华富贵。什么？你跟着我干，保你荣华富贵。呸！想什么呢？像我们这些正义之士，绝不跟你这种小人同流合污。你说什么？绝不跟你同流合污。你看我是谁？我管你是谁，看枪。这世上，恭喜你呀、领导。嗯。你通过了我们这个特工学院的终极考核。嗯。这个黑骷髅的城堡就是我们的终极考核呀！啊，恭喜你成为了我们这个金牌特工！啊，这啊，谢谢领导的夸奖，谢谢领导夸奖。要是领导的夸奖就好了。黑骷髅看枪，不要打我！你看我是谁？亲爱的，这个黑骷髅的城堡都是我给你布的局，我就想让你看一看黑骷髅的恐怖。你不要再对付黑骷髅了，好不好？不行，我得去。你不能你要这么执着的话，我就死给你看。咱不是过家家、你跟我回家。我得执行任务。我数三个数，我是个特工。三，我必须要去。二，我跟你回家。一，我跟你回家。哎呀，你太经不起诱惑了吧？啊？这么点小事情你就已经倒戈了，这也是总部对我的考验。这是黑骷髅对你的考验。我看你还能相信谁？我谁也不信了，我回家了。你要回家？我回家、那个大哥，你要回家把那快递取一下子呗。去你！感谢大伙儿啊！谢谢啊，谢谢，谢谢上海站的那个衣食父母们哈、啊。我们这三个节目已经演完了、演完之后呢，这钱就赚到手了，就证明您的钱已经花完了啊，花了。这会儿喊退票，不好意思，这喊退票有点臭不要脸了啊！你们听仨节目了，然后喊退票啊？那么这块有那个栅栏，人安保不让你扔上来吧？嚯！看你的臂力。别扔！我，您放好了，放那儿吧。好嘞，好嘞，好嘞。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来收的。您放，你拽他脸上，您放那儿。您就放那儿，放那儿、啊。这块摆、谢谢啊、摆一趟，就好像纪念我们似的一样。谢谢啊、感谢啊，感谢大家伙这么爱戴，谢谢何德何能啊、两个小哥俩啊，年纪尚浅，然后年纪不大啊，能力尚浅。然后就有膀子力气，能给大家伙多说一会儿就多说一会儿。是，大伙儿爱听呢，我们就多说；要是不爱听呢，我们就小点声说。还小点爱听，爱听。这是过节了哈。对。也没有什么给大家的，
送上一份祝福吧。啊，祝福，行，你自己祝福一下自己吧。自我祝福一下啊，自我祝福一下。哎，拿周老师来讲，我们来说，小年轻的哦啊，喜欢创作一些新鲜的作品。嗯啊，在舞台上跟大家展现。对，如果说您要喜欢的话，您就常听；如果不喜欢的话，那个从网上也能看到，对不对？反正怎么着，你都逃不出这个孟鹤堂和周九良这个小圈子。那拿我们俩来说呢，其实，平时生活当中也比较乏味啊，除了创作就是创作，然后还有打麻将、打台球、骑马、钓鱼，一点意思都没有，没意思，特别没劲，就是创作，活不起了，我们有点，就是创作，怎么不死去呢你？那他来说啊，最近爱上养生了，对，啊，喜欢养生，是在家吃那个什么呀？那叫什么豆？什么豆？小金豆。不是小豆，不是巴豆，不是巴豆。好家伙，巴豆、啊！吃巴豆还受得了？啊，就是那种那个东北产那种大豆，就黄豆。啊，黄豆，啊、榨油那个黄豆，黄豆炒完了之后，它是酥的，它是脆的。对，炒完之后，然后吃这黄豆。哎，啊，说对身体好、啊。吃完之后呢，然后喝凉水。这是养生啊。啊，养生啊。啊，喝完凉水一会儿，你看他这是养来生吗？这是，他在那个肚子里边起就会起到一些化学作用啊，化学作用，这人呢，你就看着眼看着他就像气儿冲着似的，他就胖起来了，这就是胀气了啊，胀气了，一胀气呢，他就有时候他就忍不住，忍不住呢，他就从那个身体那个中下那个偏后部位啊，他会出现一种就不知道是不明的声音，和气体，他就那个声就是那样，我知道这英文叫这个 P-box B-box I'm sorry 你吃完之后屋里就看不着人了，嚯，好家伙摘豆粉了，这一套 B-box 打完之后屋里就看不着人了，摸索着你这怎么办？你怎么演出？你演出演不了啊，声又大，味儿又浓，哎呦嚯，那叫怎么说？韭菜比塞牙那么臭。哎呦，太恶心！哪吃韭菜了？不是黄豆吗？窝瓜比虎口那么臭。哎呦，那好家伙，放出来之后一股子白烟，一股子白烟的。它落下去之后呢？这么厚一层尘土。哎呦，豆奶呀、啊！啊，豆奶、啊，豆奶粉。你拿不过去，收起来灌袋儿。你这还能接着？歇会儿吧，啊，容易结块。你这怎么演出？对不对？演出来。你打车呀，出去你都打车，是一上车了，忍不住了，他打嗝，他有牙咬着，哦，他下边没牙呀，他咬不住啊，你这怎么办？跟人司机师傅搭话，啊，司机师傅分散注意力，哎呦，我这忍不住了，你认识我吗？司机，不太。我周九良，周九良，德云社说相声的，对，你不是这么，我给你表演个节目，什么呀？我给你背一个报菜名，哎，司机说好啊，太好了，我给你背一个，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料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鹌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苦菜猛鲤鱼，清蒸哈什马。司机师傅，行，停，啊、停，怎么了？那个屁声太大，我没听清。去，10:49了啊，那个，人家那个。人这个叫什么体育馆啊，
人家体育馆说人家只能到那个10:30，明儿49了，有点超时了，超时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我到哪儿你们都喊加钱，你喊加你们到家呀，都喊没一个真掏的，真是。人家那人演出商，人家给人掏钱，人家都罚款，我们不好意思演太多，但是这玩意儿挺上瘾的，这玩意儿你知道吧？你上去不愿意下去，那怎么说呢？我就挺对不住人家的，完了给人鞠一躬吧，是不是？就告诉他们一声，我们的演出正式开始。嚯！多准备点钱啊！多准备点钱。愿意听我们再说一段，对，说一段，说点什么事呢？啊，说点什么事呢？好期待的样子啊！说一个，还得说他，我还得说他，因为我自己不能说自己，对吧？嗯，我有病，对吧？肯定得说他呀，嗯，说他呢，我说您各位也不行，对不对？我说您各位，您上来打我一顿，我也犯不上，只能说他，因为他挣的就是这份钱，哦，挨说的钱。对，他站边上也没什么话，嗯，我只能说他就是一个道具。哦，说我啊，他就是我的道具。嗯，啊，就跟这个桌子、扇子、手绢是一样的，啊，用坏了就扔了。嗯，啊，好家伙，就扔了。啊，周老师来讲，嗯，他就是平时业余爱好其实没那么多。哎，对，啊，是不是？哎，是喜欢骑大摩托。嗯，啊，大哈雷。嗯。身无片布。行了，可以。又想起来了，喜欢骑哈雷啊，没事出去骑着哈雷的钓钓鱼呀。啊，对啊，有时候我钓鱼好带他。哦，钓钓鱼，但是他骑哈雷我不敢坐。嗯啊，因为我说不上哪天就换搭档了，你知道吗？我们俩要都出点什么事儿，那就谁也别换了。好家伙，谁也别换了。啊，他不光骑哈雷。嗯。啊，钓鱼，生活爱好还有什么？比如说他比较喜欢乐器吧？啊，对，啊，比较喜欢乐器，嗯，像什么三弦啊，哎，啊，古筝啊，陶冶情操啊，什么扬琴呐，哎，都学的，嗯，还有什么钢琴呐，都会，啊，架子鼓，哎，没事在家那个弹弹架子鼓，对，对不对？弹架鼓，先等会儿，然后弹架子鼓。那叫什么？不应该是叫敲架子啊？敲架子鼓啊，然后敲敲钢琴，对对不对？现在敲敲扬琴哦，敲敲扬琴，哎，然后再敲敲二胡，对对不对？拉二胡哦，拉二胡，拉了二胡，嗯啊，然后呢，再拉了手风琴，对对不对？那叫对，就叫拉手，没说错吧？啊，没有，拉手风琴，万里不得啊。在家去，嗯，最喜欢就是拉手风琴，嗯啊，天天拉手风琴，着魔了，已经着魔了。最近对这个手风琴特别热衷啊，只要一睁眼睛，就在家拉手风琴，一睁眼睛起来必须得摸着手风琴，我手风琴，手风琴，我拉手风琴。我要这样，你是得换搭档了。拉手风琴，疯了吗？跟他媳妇一块睡觉啊？啊，手风琴放这儿，媳妇放那儿。哦嚯，啊，你看这。不是，不能说放啊，他媳妇儿摆那儿，啊，摆那儿也不行，啊。对，就是说怎么说呢，就停那儿。什么叫停那儿啊？就是你媳妇儿怎么搁那儿啊？手风琴放那个床边上，然后我媳妇儿塞琴盒里头。就是你媳妇儿是能折叠的。没听说过，不是，媳妇儿就是在搁床上搁着。哎，对，啊，我们通炕啊，搁床上搁着，然后你睡觉呢，只要一睁眼睛，手风琴拿过来。哎呦我，啊。天天跟癔症似的，那天他媳妇把手风琴藏起来，你天天晚上你一睁眼睛就拉，一睁眼就拉，好家伙，在床上就拉一床，我拉的是手风琴吗？在床上拉一宿，一拉一宿，你他媳妇没法睡觉了，给手风琴藏起来了，藏起来一睁眼睛，哎呀，我手风琴呢？我手风琴呢？我手风琴哪儿去了？谁给我手风琴藏起来了？我要拉手风琴，他媳妇儿当一脚给踹出去了。手风琴在跟外头呢，上外头拉去。嗯嗯，那到外头客厅，啊，手风琴在这儿呢，抱着好家伙，我拉手风琴，我拉，哎，
我怎么拉不动啊？啊，我手风，我怎么拉不动？锁上了。谁给我手风琴锁上了？对呀、啊，我拉不动，哎、我拉不动。他媳妇实在烦了，醒了再从屋里出来，啪啪俩大嘴巴，打我干嘛呀？大半夜不睡觉，你抱着暖气片疯什么呢你？暖气片。你说，就这小段哈，还真累，兄弟。我拉手风琴，甩两下。这玩意儿还挺累。是是是。哎，缓口气儿，缓口气儿。那个，来吧，咱们进入主题吧。啊。给大伙儿唱个歌，好不好？哎呀，还真累。嗯。唱歌呢，就直接唱吧，给大伙儿唱一个《三打白骨精》，好吧？那个。灯光老师把场灯全关了，啊，这场面灯别关啊，关了。然后你们把那个手里边的那个什么灯啊全，那整着。啊，给大家演唱一首《三打白骨精》。好家伙，真惊悚。喂喂，放音乐等什么呢？A.K.A. 金蝉子说唱精英，身骑着白龙马，特别的帅气。他要带三个徒弟一起去往外地，只因为白骨精他是一个奇葩，喜欢吃唐僧肉，孤独的美食家。于是他 cosplay 角色不停变换，孙悟空把他打到三次不会厌倦。可惜唐僧的中计把悟空误会了，师徒之间不信任，怎么共同富贵呢？孙悟空不计前嫌去把师父营救，师徒四人一起去往西天功成名就。任凭妖就八十一难，沙僧猪八戒的期盼，还有师徒间的羁绊，所以根本不留遗憾，他准备背水一战。你也不看看这里是谁，这是齐天大圣，什么妖魔鬼怪魑魅魍魉邪不压正。实在的强有着石头的娘，担着城中的墙，大闹天宫的狂。哎，冰冰棒棒妖怪你往哪里走，叮叮当当美猴王没有你手。妖最厉害的还是定海神针，他不是孙猴，你才是猴孙。爷爷再次能够让你飞了，说唱 remix 快板的配合，击溃他们那些相声界的飞客。 MI 兔子 HAH 兔子 T 啊，人品妖魔多变幻，火眼金睛看得清，铁棒在手要无尽，扫尽天下吧。天下白骨精，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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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朋友们啊，时间差不多快到了啊，咱们把后台的还有一些好朋友刚才演过的朋友们啊请上来，咱们依次再介绍一下好不好？好嘞，有请。我看啊，从哪边？从这边开始介绍啊，啊，哦，冯毅凯啊，冯老师，啊，刘春山刘先生，啊，那个
张鹤帆张老师，啊，这我们这同科的，李思明李老师，啊，陈九福陈老师，啊，张潇霆张老师，这个是周九良周老师，啊，学生孟鹤堂，谢谢。那咱们一起拍个照，然后唱个一起，好不好？好，一起，谢谢。喂，谢谢大家啊！来吧，那咱们把这个桌子搬一搬。还是这个时间，那相机拍着照片。还是对面的你们陪着我聊天，每个包袱都是笑点，我爱看你们的笑脸。岁月一直改变，可你们却没有变。就在这个夜晚，我愿把时间搁浅，为了传统艺术，我把麦克说到极简。日积月累的表现沉淀了我的老练，为了你们，我要演遍全中国的剧院。心在一起走下去，幸福的时间短暂冲破时间，爱你拥抱这瞬间，回去考验变成依恋，坚定着重现永远。像我和孟鹤堂已把感情融入旋律，从哈尔滨到北京，结合京哈时间结晶，一路上不管风雨，和你并肩一起前行。多少次的同台让经典历史重来，因为不会再有空白，相约在冬季和你听过每一季歌词的每一句，写下的话一盏的光，茫然的家有多大，日记蒸发枯萎的花，我叫的再次发芽，一天一天改变，那真诚的打动还有思念，你的点滴已经变成旋律，写在结尾纪念，守在你们的身边，演奏自己的风格之间，彼此陪伴中间，圣诞依然有你绝不走散，在一起走下去，幸福的时间短暂冲破时间，回去考验变成依恋，坚定着重现永远。还是这个时间，那相机拍着照片，还是对面的你们陪着我聊天，每个包袱都是笑点，我爱看你们的笑脸。岁月一直改变，可你们却没有变。就在这个夜晚，我愿把时间搁浅，我为了传统艺术，我把麦克说到极简。日积月累的表现沉淀了我的老练，我为了你们，我要演遍全中国的剧院。心在一起走下去，的时间短暂冲破时间，爱你拥抱这瞬间，回去熬夜变成依恋，肩并着重现永远。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有序离场啊，我们晚安，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有序离场，注意安全。本场演出到此结束，请各位观众有序退场。